大家好，欢迎收看由维奇趣日为您带来的大赛直播，我是贾刚布。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了著名国手周慧阳周老师。大家好，我是周慧阳。今天跟大家一块欣赏的是第26届名人战。那周老师，其实说来名人战，您跟名人战也蛮有渊源的。对，我是获得过一次这个名赛的冠军，然后当时是战胜了那个马老吧，马老师女人。那时候马老师13连吧，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最后应该是我把它终结了。对，但是我第二年就输给了邱俊。也很遗憾。那而且今天也是天元来挑战名人了。对。然后在历史上一共是出现过，这是第8次。然后对，这应该比较激烈。因为天元等于，反正我的印象中，中国这个棋界吧，天元挑战名人，就是或者名人挑战天元，如果这两个都能拿下来的话，基本上算是开创了一个时代了。所以我觉得这次比赛有可能对陈耀烨的意义更大一些，因为他是来挑战名人嘛，就相当于功臣的那一方。对。那相信名人肯定也不愿意拱手相让。对，因为谈笑嘛，他现在正好保着这个名人位，如果能保下来的话，以后有机会再去挑战天元的话，他也有可能开创一个时代，对吧？那我们介绍完了这个比赛以后，事先小编还是有一个战斗值对比，一起来看一下吧。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事先的一个战斗值对比，在大局上谈笑是比陈耀烨稍微好一点点，然后力量上陈耀烨比谈笑好一些，内力基本上差不多，就差一分，心理上陈耀烨还是占优一点，然后状态似乎谈笑最近好一些。然后看一眼必杀技，这个双方的必杀技之前都介绍过了，就不再多说。那总体评级两个人都是 A 加，这个是最近双方的交锋战绩。谈笑是最近取得了3连胜，然后最近5盘是3胜2负，所以最后小编的预测是谈笑的胜率是51%，陈耀烨49%。周老师，您怎么就比如说他们俩，您觉得您相对更看好谁一些？他们俩应该都是年轻棋手的这个代表人物吧。不过我在我印象里，我还以为我觉得是应该陈耀烨的最近状态还行。有可能最近几盘棋不太好，但是拿了冠军，最近应该也是拿了好几个，应该是。所以我觉得，我从我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陈耀烨的状态更好一些。那今天一定是一场精彩的棋，我们就来进入棋局吧。好，这个是陈耀烨拿黑棋是吧？黑天棋。就上来白棋下了一个错小目，相对对小目相对少见一点。对，这个下法在老一点的布局比较常见嘛，然后最近也比较容易出现一些。这个应该说这种下成这样的一个对角目的棋局，一般是对力量比较有自信，会这么下。还是手脚。再去挂。这也是现在比较常见的一个下法。嗯，以前老的都是这种分头，然后这个以前还黑棋都是逼在这边，现在都是改成逼在这边了。但这个位置可能一般是在心位的。对，是。嗯，就是再老一点都是这要心位都逼在这边，但现在逼在这边的人已经很少了。对，所以这个围棋的这个发展还是很快，这个理论这个创新还是很多。这个很多下法是确实，要是过一段那个没有研究的话，这个完全下法都不一样了。是在以前就很少出现这种挂角的下法。对，但现在就反而这种分头在我们以前觉得必然的地方，反而这手棋就几乎看不到了。
然后挂角肯定是更积极一些。嗯，现在整个潮流大家这个尤其年轻棋手这个力量比较大，嗯，就是说，所以说对这种一开始比较积极的想法比较有自信。啊，这样，嗯，对，所以这两个小目也是希望导入战斗嘛。对，一个是导入战斗，第二个它是打破这个对方的意图。嗯，如果你要是都是两个星啊或者怎么样，比较常见，有可能黑棋会有备而来。嗯，这样呢至少是把黑棋的一开始的布局的一些想法给它打掉。嗯，然后大家进入一个就是你都没有准备的一个状态吧。啊，嗯，啊，黑棋飞，对，嗯，但是飞的，这是比较常见，这像以前的这样，这都是怕家，但是这个家的话，嗯，现在这个套路也很多，嗯，这样什么挂了点呀，嗯，包括这个还最早以前应该是怕家，嗯，这个一点点，但是这个就是后来就照了黑压，这个也是比较，嗯，反正就这一类吧，他这个就怕黑压，嗯，这都出现少了，然后家远的话他就反家，嗯，所以说这个棋局这个变迁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最后又，嗯，又回到了最最最朴实的，对，最朴实的一种下法，是，嗯，然后也是飞进来，嗯，这应该是一个最常见的进士之一，对，下来这儿如果黑棋再尖的话，那就白棋肯定要乐呵呵的，对，这样这个呢就太就黑棋太没有那个追求了，应该说是，嗯，对，这样，这个肯定应该现在人不会下了，嗯，因为黑棋有大天目，不会轻易的被白棋打散局面，对对对，黑棋这样就是保留这两种下法比较多一点，一个是一边紧夹，嗯，一个是碰，这个，嗯，实战是很多，嗯。他实战等于先问一下白棋，哎，对，他因为大概看棋谱好像是如果在星位的话，嗯，他是选择一个什么有挂这个或者挂这个，哎，对对对，他现在好像先挂一下比较，嗯，他这盘棋就是因为在这儿他不好挂了，嗯，他不好意思挂他了，是，所以他选择空正面挂，如果在这儿的话他大概是应该是挂一下怎么着的，对对对，加过来，嗯，嗯，啊，如果不选碰大就要选加还是这样，嗯，但由于也是白的这个位置打破了黑棋的一个意图，嗯，黑的本来要先从里面拐，嗯，也是先问一下白棋的，看白棋这边怎么应对，然后再决定这边怎么对啊，嗯，那白棋这个时候是不是也有两种选择，就两种思路，一种就是向他实战朴实一点的应，那，嗯，或者有没有打散黑棋意图，就不让黑的在这边能走到一下，嗯，应该就是如果打散意图就简单一点，就是这个继续往这儿走，啊，这样黑棋大概应该是我觉得两个人也进行过判断了，嗯，黑的一个是紧夹一个松夹，简单看松夹吧，嗯，就是这个大概他觉得这样配合也不错，嗯，这个嗯这样呢反正就是黑棋速度也挺快，是，但白棋呢也把这个局面打散了，嗯，这个都怎么说呢，都有各有所得吧，是，嗯，或者如果我想他如果要是直接尖嘛是比较平稳一些，嗯，尖的话我想他大概就不会走这个了，嗯，他可能再挂或者哎开一个，对对对对，他就先不走这边，再选择那边的下法，嗯嗯，加呢就他实在是加过来，他就，嗯，这个也是比较凶狠的，啊，这个下法比较积极，嗯，这样呢就看就不给黑棋快速布局吧，是，然后他也有一个就是即使被你扎到他好像也不怕那边的战斗一样，对，我觉得大概谭笑是对这个棋形研究还是有一定研究，所以他会，嗯，他好像不太去怕黑棋先动手，嗯，要是像我的话有可能就会先尖一脚这个因为这边要是对这个研究不深的话就有可能会先避免这边发生激战，嗯，是，嗯，但是他好像是把这个问题他就留在这儿，他就，嗯，他就想让回对，好像就是你反正我先走也没有特别好的点，那就看你怎么动那种感觉，对对对，实战还是三军之战，嗯，这个其实他这边黑棋下马主要还是要配合这边，嗯，这时候比较忌讳黑棋就是如果要是飞压啊或走这个大概都不是太好的选择，嗯，就是，像他比如尖吧，这样他如果你翻他就这么出来，嗯，这个，嗯，尝一个尝一个，嗯，看一下，嗯，
这个其实如果没这边这两个棋手棋、嗯、应该是有这样的实战，应该是、嗯、这样呢黑棋肯定是战胜，这可黑棋可以选择，对，但现在呢等于是多了这几手交换之后，这个黑棋肯定就是太不成功了、啊、这个黑的这个方向不好，对，这个方向太不好，而且这个也离得有点远、嗯、这白的正好也把黑的打散、嗯、这一看这个棋形，就是我觉得稍微有点棋力的棋友应该是就觉得肯定是黑棋不好、嗯、对，看起来黑的配置就不太充分，嗯，所以这个时候呢，一个是不能考虑，就基本上不能考虑这样的想法、嗯、这样白棋从上面这个大同小异，真的，对对对，就所以那样就对这个白棋的压力并不大，嗯，他实际上是选择了一个夹在这儿、嗯、这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位置、嗯、是，嗯，夹在这儿，我其实看上去他这个缩小了一路，其实总的来说他这个应该是更积极的一个，对，他可能就是想暂时先不补了，哎，对对对，有的时候你看他是缩回来，你觉得他好像有点软弱，其实并不是这样、嗯、这他就等于想把这手棋省了，对，如果你要是过去一路呢，你基本上这地方要走一走，对对，白棋走的时候你基本上就是必须补的、嗯、对对对，这样才必须得补一个，嗯，所以看上去前进了一步，但其实并这个速度并不快，嗯，陈耀烨，他应该是这步棋，就是如果你走这，他应该会省掉这种。对，他可能直接选择这样加过来。对对。他应该会加过来。如果你选择尖角的话，那他再选择这个顶士、嗯，他这个挂一下可能便宜。对，他肯定是达到他目的了，率先把这地方给他、嗯，因为这个如果尖过来之后，这个地方黑的有开拆之后，这个配合还是相当不错的。嗯。所以白棋实战也没有硬的很简单，它等于先尖，就是如果黑棋再不走，这白棋一手棋肯定是比这儿以后下一手更严厉，对对对对，这你要比如说以后你再补在这儿、嗯、这个跟补在这儿还是差挺多的、嗯、白棋这步棋也是其实也应该说是比较积极的下了、嗯、他就是说让黑棋比如正常一点啊，长一个、嗯、他就开一、开一，应该这样的这手棋也是一个好点，这样走来、嗯、这样呢就等于逼迫黑棋在这边花手棋，这样、嗯、我想大概白棋会往这尖一个之类的、嗯、是，这样就等于虽然这边大概不管说黑棋能一手封过来还可以，但是白棋战略上还是抢到了这边的一手棋、嗯、对，嗯，这个应该是白棋一个比较也是比较紧凑的下法，嗯，然后黑棋也是没有选择，其实黑的即使这样可能也是一种下法跟风格，对，但是就是现在下棋都是比较喜欢破坏对方意图啊，所以说这个像白棋这个尖呢他也是想破坏黑棋的意图、嗯、就是有心情上的一些，对，其实下棋下到后边这个心理较量确实很重要、嗯，尤其他们这个下到这个顶尖的水平之后，这个心理上的这个有的时候也不见得是一定是正确的，但是这个心理上会产生一些暗示吧，会反正把对方的这个意图破坏掉总是比较好、嗯、是，嗯，哎，实战黑的就双方两个人下的都很紧凑，嗯，黑棋飞，嗯，所以这也是就是不给白棋轻易脱手，嗯，爬了一个是吧，对，因为现在争子不利嘛，白的是搬不出来的，嗯，这个应该大家都看得到。那这个时候团是因为这个子太远也不好吗？团是有的，但是团是、嗯、我记得那个陈耀烨下过，和那个、嗯、和周瑞阳在那个三不是那个孟百合吗？不是孟百合，那个就贵州的那个哦，围甲不是围甲，就、嗯、也就是那个贵州那个什么比赛来着？百灵杯、啊、那个世界赛、啊、他们那个三番半决赛，半决哎、嗯、是半啊决赛是决赛了是吧？对啊，决赛的时候他下过一番，这个下了一番他一输给周伟阳，就是这样的一个题型、啊、这边大概稍微不太一样一些、嗯、但他大概我觉得他应该是总结了一下，应该觉得不太好。嗯，当时那盘棋他是应该是负半，嗯，是他那一届不是很发挥，嗯，所以他应该是有过研究吧，所以没有团断。 他是等于是爬了一个是吧，嗯，爬一个就比较简单了，嗯，黑棋顶住，这也都下的比较积极了，哎，比较积极，对，正常如果局部形状有可能退一个会比较厚实，嗯，完整一些，嗯，但他可能也是担心白棋就不走了，有可能担心不走，
然后一个是担心不走了，第二个他这个也是符合现在疾风，一个是这个比较年轻骑手比较注意木属，这个顶住木比较好不少。当然也确实有可能像你说的这个，他有可能怕白棋脱先是有一定可能性。这个退呢就是肯定是后势一些，这个是比较也许是一个是抢先手，第二个是木数上有可能贵了更好一些，但是以后毕竟还是欠了一个断点，对，欠个断点或者就欠个点也不太舒服，对对，如果点只能粘上，白棋怎么跳过来，这手棋黑的如果真的都被走到了，那可能这位置还不如在这儿。哎，是，实际上白棋是这个硬了一个，硬了一个，对，这基本上打硬。那双双在这个局部是各自达到了各自的意图吗？应该可以这么说，这个黑棋呢，就是他的意图，其实这边呢，他主要还是要配合这边。他这个就是，其实他最根本的那个意图就是要抢个先手，然后又能拆过来就行。现在看呢，他是达到这个目的了。白棋呢就是也是想抢先手，然后呢但是他也知道抢不到，但是就想办法这地方能获取一些比较大的一点的便宜。这白棋这个下法应该是目数上还是可以，对，黑的还是抢到了这一家，对，也算是达到这个目的。这家肯定是他黑棋这个期待已久的一个好点。是，那当然在白的如果说棋有可能觉得最简单的下兵士就是尖底角，但是现在好像黑棋取士以后大家可以看到黑的势力太大了。这样如果像这样那肯定正好黑棋配合这边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形状。白棋应该是不太满意，如果下成这样的话，所以白的选择了另外一个定式靠子。在这个时候黑的普通来讲不都是搬起来的吗，他实在选择了一个看上去好像先软了一下的下子。搬的话就也简单一点，这样呢就是这个两，对于白棋来说就选择比较简单了，这样你这两个点白的占到一个。这个白的反正也是达到目的了，应该说是。所以黑棋应该还不太，他大概是一不太肯应该这么下，大概是。这个棋就是包括像这个他缩小了一路。这个棋如果白棋要是很轻易的这个地方变厚之后呢，他这要是有点薄，黑棋要再补回来的时候，像这个缩回来一路就反而亏了。所以说这有的时候这个下棋确实有辩证的那个这个道理在里头。像他本来是想缩回来觉得很积极，但是如果要是白的这个厚了之后呢，他这要补回来他也小了一路。所以他呢尽量要撑住这一点的。对，他实在是这样下呢，就是白的比较明显厚，可以把他这个黑的这马上也显得薄一些。实在是黑棋是退，这个是反正也是不让白棋轻易妥协，应该是。所以白棋还是选择外面，就是也是外面比较大。对，反正白的如果这时候你还是这个呢，虽然你就争不死他，但是还是作为整个黑棋这个方向来说，肯定还是蛮好的。对，这样他这个。作战的话黑棋配合这个肯定是满意的。退一个，当然还有一种下法，退呢是比较那个什么，另外如果顶呢真的就是强调下一手，对，这样应该黑棋会走这个。这样再见这个，那还不吃这个，白棋应该大家能跳一下。这样呢黑棋应该比这个形状应该要强要比这个形状要强一些。所以这也是他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下法。这样他再打过来黑的这个形状要比那个厚。所以白的他也没肯顶。对，这个顶可能是一个妥协的下法。哎，对，是个妥协。那白棋实在还是求战型的，比较积极的。对，这样就等于按现在说就是都没有退路了。是，因为如果现在黑棋再拐的话，那你这个街还不如虎呢。所以他一退了，那黑棋基本上也必然要抢。没有办法。那白棋是个加。这个好像看上去跟这个靠的定式有一些像。对，跟这个图有一点点像。对，但是白的应该是明显不如这个，就是白的这个图肯定比刚才那个图应该要强一些。因为黑棋
只赶上这个两下还是应该有点损，有点损。嗯嗯，至少不会有，只赶上不觉得便宜，应该是亏了。嗯，所以说应该是不太，就是黑的应该不如这个，就是黑的这个图要比那个图要差。但是呢，黑棋它不是靠上去，它是那样。所以如果，但是如果要下成这样的，那白的方向要好一些。黑棋毕竟这个方向有点不太好，所以呢，他实在是这么选择，但黑棋也少挤一下。嗯，但就是他也付出了，就被压倒一下。因为本来如果说挤在这儿的话，白棋压黑的应该是会跳的吧？嗯，就白的压不到这一下，对，就等于双方。就是黑的局部应该是好了一点，对，但是白的呢，这个方向上应该会，就是它头出来了，然后又限制住黑棋这个这边的一个发展，应该是方向上白棋更好一些。就是说局部白的可能稍亏，但是从根据全局的配合之后，对，这个下法还可以。对，就是所谓局部亏点，就是这个底和它这个粘交换了一下。直感上应该是这两下黑棋亏了一些。是，黑的。里跟外的交换，在布局的时候还是不愿意做的。对，但这个方向上白棋应该是还是不错，这样。嗯，实战白棋加。加这个，黑棋就拖了一个。这个白的应该是不太敢动劲儿，如果翻下去，翻下去，它应该是要补出来吧？它应该要补出来，这样。只要一站起来的话，这个黑棋这边有可能会起到一些作用。嗯，而且白棋毕竟是两块，黑棋一块。嗯。所以白的也妥协。白的是退的。长的这个。然后黑棋爬。这个棋形我是没见过，你见过没有？我没有见过这样的。倒是就是因为靠出来这个外面有很多下法见过，但是没有怎么见过这种松一点的。对，这个应该也算是一个新型吧，作为一个这款一盘棋，这个还真没见过这样的棋形。是，这个时候白棋如果说下的普通一点，是不是就往回长一个之类的？往回长，它有一点不满意。黑棋就长。对，这样你这地方还欠个冲断，但是从棋形角度上来说，实在是有点想压住，大概是。但黑的就可以搬了。这样黑的可以搬。对，这样白棋也不是特别满意。对，白的当然还是在抢这个，搬这一下。现在这个甚至有可能连搬。应该会连搬一下。因为白棋这地方有点软，它上面是不敢动的。是，反正。要不就是长这个，这个应该是比较容易想到的一个图。这样黑的应该也就当然是不是也都是爬过去。那他反正就是白棋总要再补回来，应该是这样。如果爬回去就再压住这样，其实这样挺厚的啊。而且黑的在布局的时候下了很多三线，是不是白的也可以满意？应该，我觉得这个配合，我觉得白的应该还可以。这样等于，虽然白棋这边呢实力稍微损一些，但其实这边白棋还是获得不少实力。然后黑棋这后了之后，这黑棋这几个子有可能方向并不是太好。对，沿线的以后就欠点啊，或者断，对，打入之类的。对，他这个补回来又显小。这个大概是比较一个正常一点的思路，大概是。其实实战就是下的应该说比较积极。确实，他不肯在这儿花一手棋，他想先怎么把自己走后，说不定可以省下这手棋。也许他大概他有点担心，他是不是怕什么冲断、拐断？他有可能是怕这种棋，直接拐断，这应该跟政策有关系吗？没关系，不能直接哈，还是等于只能飞出来。飞出来，但飞完再欠一点东西。对，飞出来应该是。那不是很担心。那尖冲。对，一般尖冲像引征。对，以为是引征，那也没起到引征的效果。那就是单纯的下的比较积极。尖冲一下这个，
意图不是太明不太清楚，嗯，他大概是希望黑棋硬一个吧，嗯，应该是他实战先冲，希望黑棋这么爬一个，对，简单硬，嗯，然后他大概再长再长，也许他有点担心什么，这样他觉得能走到下肯定便宜，嗯，确实在战斗的时候能交换一下还是好的，当然黑棋实战就也是针锋相对吧，两个人，对，就是先冲，黑棋确实有反击的心情，嗯，因为这边作战，整个作战的话，黑棋子弟应该还是多的，嗯，所以说黑棋是不太轻易喜欢让白棋走，就跟着硬那样心情，嗯，而且也比较扁，就是他这地方等于取势，损了实地，如果说他以后这块空，就白棋这样压缩的话，那他的效率可能不是很好，对对。所以他是实战直接就飞出来，飞出来反击，这飞出来也很厉害。嗯嗯，这个白棋呢，就是一般就是不走呢，应该就要挡下来，嗯。但是现在这个挡下来，应该棋形也不是太好，嗯，对吧？是不是就这么飞一飞的，嗯，不是太好这棋形？对，显然如果被分段的话，白棋两边都不是很厚实。嗯，反正总之这个棋形呢，就是。这两个点是黑棋要占一个点，嗯，就是他如果压这个呢，黑的大应该要爬这个，这你不能这样被白，这样被拐一下，对，白棋还是很愉快，对，所以他要压呢，他就一定要爬这个，嗯，这个两个点只要黑棋能占到一个，就应该是不会太差，嗯，实战白的确实下的非常强硬，他等于就直接冲断，冲断。直感是觉得有点无理，我觉得感觉这个子有点脱离战场，对对对，是，嗯，这个还是说这个谈笑还是像你们这分析还是比较正确，他这个力量要比陈耀，你刚才是谁的力量大一些？不是，分析的其实是陈耀业力量大，哦，是分析是陈耀业力量，那就是谈笑不太认可这样的分析，嗯，他说有意见要打破小辫子看看这样来看，这就是因为无论从子力上还是感觉上，白棋都相对过分一点。对，是觉得白的有一些过分这一期。嗯，那白棋现在头是很想出来，但是好像被一跳扁，对，已经要进去了，所以他也是没办法，就飞出来。飞出来。看上去好像白棋的形状不是很好，这几个子的位置。尤其像这样的话。这个子儿也确实不是太急，嗯，然后这边如果本来这要在这儿有个子的话，那就直接就下来了，嗯，这都不用那走这个了，对，这样这也下不来，这又给黑棋打出来，看上去白棋有点无理的那种感觉，嗯，这个地方如果是棋迷朋友可能会觉得先过掉瘾不亏，嗯，就是怎么打两下，当然这个对于专业棋手来说这应该是很忌讳的俗手，对，是一个俗手，对，像这种棋呢如果打两下像这种棋不敢压的话，嗯，这个一般都意义不大，嗯，像要真要下呢大概也要这么跳下，嗯，还走这个然后搬再搬在那，嗯，这样呢一定要能打着这个时候这还有点意思，如果像这样这都没有什么，就压他能溃，嗯，如果被他什么你要再粘回来他这边再拐，这都是属于大俗手，嗯，作为这个基本功来说这都是大俗手，对，嗯，所以有的时候看上去很舒服但是其实并不舒服，对，这有点先中后的感觉，嗯，这个形状还是比较长，对，因为如果白棋拐吃的话呢，等于黑的这样交换打了两下，实在是不便宜。那实战白棋是贴在这儿，贴着这个就是感觉确实撑得挺猛的，嗯，这棋。他走这儿呢是比较保险，但是这恐怕这味道有点差。嗯，就对白黑棋的压迫不是很大。对，黑棋就简单这样一贴，他这棋形也不好。嗯，这边只要不敢冲断，他这边大概在这边也不能冲断，我们还是要这地方要稍微看一看，嗯，就是端这边，嗯，端这边，因为端这边就没有意义了，他就吃完就你有眼，所以一般要端这边，嗯，黑的就是一定要防住这他这个冲断，然后也大概就要防住这个，嗯，爬这个，现在好像黑的拐是不是，对，这个就所以说它不起什么作用，嗯，如果黑的只能退的话，这个就应该是一团，啊，应该是白棋快一气，白棋快一气，所以这个地方黑的这地方一定要小心一些。嗯，如果白的只是从这边搬呢，那黑的大也不怕，他就站住，大概就没事了。
因为这还有个无忧角白，在这边厚了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对，这样之后这个空间就比较大，就只要能活就行了。是，嗯。实战白是下的很紧凑。还是贴。嗯。贴的话，一个是它这个不太管，这个拐着不没什么用处。就以后一搬还是形状很不好。从心形的角度是白的要走在这儿，这个会厚实很多。嗯，这样它贴完之后，有了这个字儿，大概这个判断就成立了。嗯，这黑的好像也没有斑，因为斑可能白棋翘在这儿，这眼阵呢有一个冲断，它还得补。那它这个子的位置，或许还是不如单场，这样等于间接的补再补那边。嗯，其实从棋形角度来说，黑的就这个棋形黑的很对，对，确实很想贴这个贴大概它是会怕人家扳这个，它有可能是怕扳这个。这样你应该是要断一下。嗯，那我跳在这儿。对，再跳到这儿。嗯，这样呢，就是说黑的有简单就打了虎，应该是能把它虎着。嗯，但是现在不知道这个地方白棋冲断还是怎么办。是，这个应该是他有担心的地方。嗯，要不然还是很想把它封住的。对，就是如果这个棋形如果能切倒一下，就差特别多。嗯，像这种地方呢，就有很多棋友一定要注意点，就是说这个是一个。这飞的这几个飞的形状，这种一贴，这一贴之后，还有马上就产生这种胯，所以说是作为白的来说，一定得反击。如果只是这么退一下，那黑的再走，那就对，这以后还有靠得起这个。这个差太多了，这嗯，他应该是会怕白的反击在这儿。对，因为他要是等于他不敢，如果不想召唤这下，他只能这样出来，那太苦了，那就差太多了。嗯。所以他实在是黑棋也没敢贴，他就推了一个。但是好像被白棋贴到这儿的时候，白的形状又还算比较有弹性。哎，对，这个也一贴到这儿之后，白棋这块棋基本上就安定了。这样的作为白棋，本来如果要两块棋都跑的话，那肯定是太苦了。嗯、现在只要安定一块之后，处理一块棋，作为这个白棋来说就简单多了。想成这样，应该说是，我觉得谭笑这个力量发挥的还是不错，啊、就是说没有被黑棋抓住什么，什么一种非常凶猛啊，或一种一击毙命的那个机会给黑棋。是，嗯，对，好像现在黑棋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如果顶在这儿要被拐一下，现在实战是选择了爬这个。但白棋就这样，以后这块棋显然活得非常干净，对，等于他已经先处理好了一块棋。对，下到这儿。下到这儿。白棋好像活得还挺充分的。是，这一虎，这基本上这情况就活了。嗯，活透了。这两点也是各占其一。嗯。黑的团呢？我就爬。你就爬，对，他、嗯、挡你吃、嗯。基本上看成白的适合粘脚啊，可以看成。嗯嗯，这样的白棋只要全力把这块那个这个处理好就行了。嗯，而且他还没有被黑棋封住。嗯，就如果他两块都成比较轻松的处理出来，那黑的可能目数上会有一点点紧张。嗯，反正从这个靠退这个整个作战的包括这个思路，嗯、我觉得这点谭笑应该是从大局上还是反映的挺不错的。嗯，他没有去单纯的去煎这个三三。嗯，如果煎三三的话，整个作战的方向确实问题挺比较严重。嗯，对。嗯，这个从这个整个这个这一圈来说，应该从大局的角度来说，确实白的处理的还是不错。嗯。那现在黑棋也是没有办法，下面这个攻不到了，只能再回到中间。嗯。但这拐还是挺愉快的。拐一个，他不拐，他大概是怕人家到时候起，因为他这块厚了之后，这一贴，像这种棋呢，你如果搬这个，它顺着或者有它有断了，如果你不能搬的话，那你就比较难受，它也可能是。但是拐掉呢，也还是有点卖味儿，说实话。嗯，对，关键拐完他马上又得补去了。嗯，他实际上就是补了一个。补了一个。啊，白棋压了一个。它是搬，这都是必须得走的。哦，那看上去好像下到这样以后，白棋就黑的也不太可能攻得到这块棋。嗯，这步棋还是比较必要的。这要不走呢，这个一靠太厉害了。嗯，然后面就粘这个。粘这个，粘这个一般。对，这粘这一般好像快要死了这。嗯。
啊，哭了。断的话应该是不太行是吧？断它是这样。长出来了。如果你长，我就跳，我能跳，应该可以。哦。哎，跳是吧？跳，他跳这个天空这边，实际上你就是团主这个白的纸，这个这张他如果从这儿接，基本上也已经快要凉快了。对。对这个，对这个双是非常必要的一手棋，这个要被黑棋搭过来的棋已经就快差不多了。嗯，对，看上去这手棋不是很大，但其实是棋子。对，是一个棋子。改成这样。那下成这样您觉得现在这个形势怎么样？下成这样，我觉得应该是作为白棋是达到他目的了，应该是。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陈耀烨啊，他是对这个实力比较敏感，偏爱实力。这个他呢也还是获得了很多实力。但对柴耀来说，他也达到他的目的了。这棋他也把黑棋，他一直担心这地方会起一个模样。但现在看呢，黑棋这地方起模样的可能性已经基本上没了。所以说，应该说是双方都一个很满意的一个结果。所以下棋有的时候也挺有意思。这个，下的大家都很舒服，大家都很满意。但是呢，最后呢，就看还是要看结果了。谁会更满意一些吧。接下来也是但总体来一点，我要从我的角度呢，我是觉得黑的稍微难受一点，因为这个几个子儿，不管怎么说，你看啊，这个都破坏对方，但是这几个子儿现在看有点奇怪。这五个字儿是吧，这个等于是你说是肯定不会是后事。你说要是孤棋呢也谈不上，但是就是显得很无聊，这五个字儿。所以总觉得有点奇怪。对，因为白棋这两边活的都不苦，其实活的还挺充分的。如果说有一天一旦黑的这五个子受攻的话，那局势可能就均衡被打破了。对，所以说这个是黑棋应该是这五个子现在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一个状态。对，他实战就想，就是他的想法可能也是想包包扎，把这块怎么一起大家连在一起。很长。然后他只搬了一个搬，这个搬也很重要。这时候实战黑棋是断了，但是这块是活棋，也不怕它断了。这时候千万不能去跳啊什么的，人家长，这时间太长。对，而且反而还是有毛病。对，主要是白了这已经活棋嘛，他不怕。就是活棋不怕被攻。想成这样。黑棋就像你说它起到一个包扎的作用，但是断点很多，而且棋形这个味道很坏。对，气很紧。气有点紧。感觉上黑的这个包扎的下法不是特别的理想。他呢还是想呢就是把白的也断出来，然后呢这个子儿你要跑吧，你要攻我，你在这个子儿跑，你这个子儿跑呢，就我们大家一块儿跑。对，他应该是这么想的。然后我也好歹先围了一点点。对，他把这个也围住了。对，他应该是这么想。但是从棋形的看上去，棋形的这个气有点紧。我说，作为这个职业棋手来说，这个气一紧，这个味道就不太好了。对，实战就是黑棋好像这个地方味道就特别恶。现在白棋点。黑的这种一般都很不愿意粘上吧？对，这个不太愿意粘上。现在这个尤其这个年轻棋手，这力量大，那更不愿意粘上了。他这个点的实际也挺好的。如果你简单一点，你本来是如果先长的话，他应该是他应该会飞这个。这样你再点，他这个他肯定是顺着贴了。这样你这个子儿重了，这个刺激就不好了。你现在趁着这个轻的时候，你先来点它一下。如果你吃呢，我这一算，你这个味道还是不是太好。对，这气还很紧。然后这边你味道也对。所以说呢，你如果你这你要尝这个呢，就反正你总之我这行我就不我把这手先省了。所以他这个时机还是挺好的，这点的时机。但黑棋也是还是不愿意粘局部，因为吃在这儿，显然就断完以后还有一穿。对，他可能也没有办法，这地方想成这样。他就退了一下。
确实从接的心情不太有。嗯，那白的实战也是，如果说缓和一点的下法，就是怎么从这边吃出来之类的，但他实战就直接、嗯、吃出来不太对。吃出来的话，那你这个点它就轻了，这个段就更轻了、哦，所以它你要吃呢，那你有可能还不交换这两下，嗯，吃是肯定不太疼，它长呢确实还是狠一点需要断上去，嗯、要不你这断你这点的起，你要不走，那你干脆这两个也别走了，嗯、就是要脱身直接，比如说什么哪带什么，对，你就比如手个脚啊或者什么，就干脆就脱身也行，嗯，这点完之后呢。它长你这个带走，因为就是如果你不断了它肯定不更不会粘了，嗯，这题如果它粘了你倒是可以考虑脱纤啊，你这个时候哎对，你这时候你说你吃着也挺好、嗯、或者怎么样，这个你把它你都吃完再点吃它肯定不会接了，这也轻了、啊、所以它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资金，嗯，现在它长在这儿呢，确实作为白棋是有信心断上来，嗯，要不黑的也不走着，以后黑的走肯定是走外面，是这棋，嗯，实战就是断，开始震，其实这时候白棋也面临选择，白的说松一点就怎么，嗯，看能把这两个吃了，白的，就是看他肯不肯了、啊，对对，那他实战显然是下的就比较积极，嗯，反正你要加嘛，那他肯定是满意的，啊、你他就便宜了一下、嗯，对，如果你要是吃什么稍微大一点的，他就顺着走了，嗯，也涨本，白棋也比较便宜。嗯，这样你反正就是黑的要看你这边白的下法，他再决定这边下法。嗯，很有可能他这地方就脱身了，因为也没什么。不、哎，这不是很有可能，他是肯定脱身了。他这个这玩意你要是缩一点，他肯定就脱身了。嗯，他这个起到还是很，本来呢他也不见得跨得跑，他就这么跳一跳也挺大的。啊，是双方的双方的消长。嗯，所以这一个呢，确实是一个好点。嗯，如果飞呢，这个被他顺着这靠你也不舒服，就是正在这儿。但现在这儿确实你也留下了这个破绽，嗯，就是这一穿，嗯，这一穿。但我觉得白黑棋应该也会考虑过这一件吧，因为这个，嗯，不是第一感，嗯、对，是应该是考虑过，嗯，这个因为这毕竟作为白棋确实会想到这一点，对，总是先想反击，不行的话再看别的。当然也有一种可能性啊，就是这时候他没什么太好的办法。也没有好点，没有什么好点，他一走到这儿是肯定不太可能、嗯、你走到这儿他顺着这个他就跟着你靠过来，他你帮着他走，你不走呢这也又大，嗯，所以这有的时候也这也是一个，有的时候呢他走到这儿有可能是也有是不是有太好的办法的时候、嗯、他就走到这儿，嗯，那实战白棋就接这个地方来成为本局的第一个胜负手，嗯，这也是一出现了一个突然一下变得特别激烈、嗯、是白棋粘黑棋，这个地方局部来讲其实是有问题的，但是现在白棋气也很紧，它等于都帮助先贴住，嗯，就这棋也是比较有意思，这如果你接的话呢，这个棋形呢最好最狠就是最狠的下法是接、嗯，接完应该是这局部应该出现有问题了，这一段一段应该是这个地方断，你只能吃点这儿，对吧？一粒，这一粒好像已经出棋了、嗯。对，这个你跳的话，它就起了翻针，起了猴吧。啊，对，猴一个。嗯，这已经是四棋杀三棋了。嗯。嗯，这棋这一段好像已经出关键了，你走什么它都收棋子了。嗯，所以这个粘呢是最狠的一个下法，如果你要你看它接呢，接的话这个地方就没棋了，嗯，当然有可能能出去，但是就是反而不是最狠的下法，对，因为如果把粘看成先手，那这个子就很不愿意下，对，嗯，黑棋呢也是确实是，如果这时候如果是补一个的话，那就那黑棋就这从这跳那就都不是棋了，可以这么说，这个瞬间好像都快危险了，对，这就不是说黑棋来威胁白棋了，那都是自己都送进去了、嗯、是，所以他也是这时候黑棋下了一个切，嗯，这也是够比较狠的一手棋，嗯，那这个时候白棋再断黑棋是不是把这俩子弃了，应该是这个意思，应该看一下、嗯、如果说再断的话、嗯，这时候简单一点是拖这个吧，嗯，也或者团是不是已经可以了，对，团应该够了，棋、嗯、团你应该本手应该是吃掉的、啊、我是鸡子团，当然这个脚上也是会被刮，
这个应该对，这个棋不过黑棋这白棋这些打不着，就是黑棋很舒服。嗯、对，如果打到是打着的话，还要死了。就跳一个黑棋危险。嗯，这要死了。但是打不着，打的话，他可以比如说他挡，嗯、至少是打劫活，应该有可能能做个进活。嗯，挡一个至少是打劫活，这样呢，黑棋倒是转到这外面来了。嗯。黑棋看来这应该是黑棋的一个陈耀也应该是这么想的，我觉得是。嗯，所以这个地方是断呢，确实是有棋，白的这地方有棋，但是呢黑的也不怕，黑的就是把这个边吃了、嗯、形成一个转换。对，所以实战白棋也是下个选择，还是选择从这边出来。嗯，实战应该是一个比较一个冷手，我觉得是、嗯、确实看上去不太容易想到，因为白棋等于先下了一个一线衔接，嗯，然后再团那边、嗯、因为这个黑棋啊，它这个棋形啊，就是白棋如果这一旦跑出去啊，这手棋的效率就变得特别差。哦，这个当初啊，他如果你要是、嗯、这个你没觉得是白的，这个是死棋的话、嗯，那这个棋形肯定是要飞的。啊、是这样自身的联络盘。嗯，但是他肯定是当时考虑这个杀气了、啊，考虑跟这个白的这个杀气，所以他当时想贴这个、嗯，所以这个下棋是绝对就是斗智斗勇啊。既然黑棋贴在这儿呢，我跑出去之后，你这个地方就欠了一手棋、嗯，这个效率就贴在这儿效率就很低。所以谈一下这个时候是尖的这个状态、嗯，尖了一团。嗯，这个。团之后，这马上就产生了个 A B 两点，一个是挖、嗯，一个就是靠。哎、嗯，这一靠，这回他就不是吃这俩，他要吃这俩。嗯。哎，吃这两个和这两个。对，那明显更严厉一些。嗯。但黑的下的也挺好，挺巧妙的。他先断麻了白棋一下、嗯。对。也是问白棋一声，如果白棋吃在这儿的话，那这边。嗯，他这样就打一下是吧？打这个。嗯，然后这能多一打。对，也就是以后黑棋可能脚上做火或者眼泪什么的会好一些、嗯、而且是白田，这个以后就算挡一个官子也便宜很多。对，木水也便宜。嗯，这个确实这个地方可以看出这个陈耀烨的这个强项的地方、嗯、我的印象中陈耀烨就特别擅长这种很小地方非常机敏而且时机把握的非常好。嗯，像这盘棋他这个时机也是把握的非常好。嗯，正好是在他这个威胁他的时候先来一下。嗯嗯，挺难受的。这个作为白棋确实有点麻。对，这个其实呢从作战的角度来说啊，现在应该不应该想这个小的地方、嗯、应该想，但是确实又不太狠，这个白亏的。对，因为一时就虽然黑的这个多了肯定是有用，就是说不定有一天有用、嗯、但可能白的觉得一时也没看出它直接的用处在哪，还是不肯现在填一目。后来好像就是有用了啊，后来他就可能就跟这棋有关系。后来没有，后来发现他就跟这个跳有关系了、啊、他后面他有点关系，他这个地方还是确实他这个地方挺拿的。嗯，实在是断了之后，对，因为有 AB 间隔的关系嘛、嗯、那黑棋当然还是不能补，这被挖死那他这一串，对，所以他还是要挤在这儿。挖死之后这个跳就变得就黑的还得在这儿补一手，那这手棋就等于是浪费了一手棋。嗯，所以说他这个地方贴呢也有他亏的地方、嗯、但如果要形成杀气呢，你就白挤一气那就好很多。嗯，但他现在这样就是只要白棋一旦这几个跑了以后这就是亏的、嗯、现在作为白棋就是这几个肯定不能死、嗯、这一死呢这个他这都变好棋了。是，不过说是事后诸葛亮实战黑棋是几个啊、嗯、事后诸葛亮他为什么不能先对为什么找先挤掉啊，这棋应该是找先挤白棋还有点有可能能挤着啊。对啊，因为其实挤本身说不是特别亏吧，就是这一步他也，你要是特别找的时候挤呢，你是挤不着的，他、啊、可以他可以反击了。现在这个局面，但现在呢，你吃呢，他就缩回来，他应该是。嗯。这个棋，当然你还确实还是得小心点，像这种翻吃这种手段，也、嗯、也许是真是挤不着，你还真得小心这种翻吃。他如果病的话，他就提到这儿了。提到这儿你倒是可以。但是呢。啊，不过啊，你这样，如果你先这么，比如说你走这个，他提在这儿。嗯，
啊，然后你再走，我就改吃这个，改吃这个了。那这个确实很损。对，这下就确实损了。嗯，所以这地方也挺微妙的，其实。对对对对，这个不是特别好把握这个地方。嗯，应该说他们应该还是作为这个，他们两个都是顶尖高手，应该是这个地方算的比我们要深，应该是都这个。应该是这个次序上还有各方面应该是都考虑过，都考虑过，应该是，嗯。嗯，名人站也是一个算还算慢企吧，那方。对，应该算是一个慢企的比赛，那方两小时多，三小时吧，嗯、然后五分钟保留时间读秒。啊、哦，那确实挺漫长的。嗯，在这个时候可以充分的思考。是，他是没问题，这个、嗯、他是这个地方把这先煎了洗一下，这还是如果白的简单硬呢，黑的一补白的就不行了、嗯、这白的还是白的，他等于你如果再硬他是要补在这边的，他挤在这儿补了是吧，应该补在这边的，他就你就挖不死他了。嗯，那白的就等于奇军突然死亡了。这个就是突然出现了一个转换，一个转换是吧？这确实是一个很比较意想不到的一个结果。对，这个地方就是白棋如果硬，黑的补、嗯、这一段是有个劫，但是由于现在白棋应该是没有劫开了。嗯，而且这个劫很重，这棋这就提到这儿了，应该是对。所以白棋找不出合适的劫材，可能白棋就。但是这个棋啊，就是我们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段啊，就刚才我说这个它起到作用，如果你没这个它你有可能它要跳出来了，哦，它有可能跟这个跳有点关系，它你现在是不能冲的，你冲它应该是这一段完、嗯、它冲出来了、哦、我现在哎但是有根紧，哦冲不出来、哦嗯、那我看错了啊，那我本来以为是要尖的、哦、我以为它要靠这尖的，哦那我还是没有，这是白的打劫打不中，所以他肯定不能吃在这儿。那、这地方就形成了个转换，靠在这儿。靠在这儿。嗯。反正有了断之后，这地方你再断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黑白的一下劫就变得非常重了。他劫他不是粘回去了，就是站响了，全给你提回去了。嗯。一靠，这就是突然形成了一个大转换。对，确实是都非常拿黑棋不利，还是好。这时候就是黑的硬还是要小心，是这个黑的确实要小心，像这个力也挺好的白的、嗯、就这时候你要是只吃这个被他这一走、嗯、这个就你只剩两口气，对他这个要他吃之前先折腾两下，对我能增是延一气，那我外面的先手就多一点，对能这个要这时候如果差一气那就差了差老了，这也是这个时候差一气有可能差出十目气都有可能，嗯这种地方绝对不能大意。嗯，这时候也是黑棋，黑棋实战是白，他这地方还是，反正简单点，这看这样，如果挡这个，看着就这就勺子出来了，应该是这他一团、嗯、是吧？他、嗯、一走，这一打，嗯，对，这有一个这个接不过去，这给大家摆一摆。嗯，对，这个时候。这时候如果粘你就可以吃，但我现在吃后面。对，这就是马上就出现一个非常、嗯、非常乐哈哈的一个局面。啊、嗯，盖了。啊，那黑的可以收了。对，对这个棋。所以这个嗯，这个利益确实很厉害。对，三个。嗯，在这边呢，但是黑的还比较痛苦，就是他还不能。吃掉这一下，对，吃嘛，你肯定是亏的。对，主要是不便宜。吃你肯定不便宜。嗯。吃的话，他就吃了。哎，如果是，应该是正常角度，应该是要挡。嗯，那白棋就把这个断。不是挡，好像有个点，有个点，这个空点。嗯、对，这个是刘星跟我说的，有一点。啊、这时候如果你翻了，你得你没打着这一下，啊、那我他这个你就没法搂他了，嗯、你走这个再他一吃。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你如果你打呢这是其实挺妙的，你打了他搬这个你也等于他也紧住这一口气了，嗯
这样呢你还是死了，这样你就是作为那个摆的那什么。他这时候点一个确实挺妙的。嗯，如果你要一粘呢，他这个棋就马上就要搂你了。对，我一团这也欢迎。对，这就搂把你搂死了。但你走别的呢，你要挡呢，他再一团你这又接不归了。所以这一点就是很妙的一手，这样就坏了这棋。所以这个高手下棋都暗藏杀机，这个你万一没一不留神就这棋就结束了，一不小心好像就结束了。嗯，所以他只能粘呢，这个白棋呢就在这个力就达到目的了，他就长了一口气。嗯，这时候长一口气不能了不得太大。嗯，这黑的白的等这儿长了一次。嗯，黑的管。嗯，反正这样。这应该是一个也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转换。 嗯， 这一题这样怎么样，就是对，嗯，反正放眼望去这个白棋的就是黑棋实力上应该还好，就说嗯，就本来是这地方是黑的实力，现在转到这个角上了，而且本来白的这个角上还有一些实力，黑棋恐怕是从实力上是不会吃亏，嗯，就是薄了这棋，一个是这有味道不好，这地方这个接下来这个效率变得很差，嗯，这个地方明显白的是一跳出来这几个的成孤棋了，对，嗯，反正白棋是很厚实，这一点呢是这个职业棋手比较喜欢的一点，很厚实，嗯，然后比较主动吧，看上去比较主动，嗯，但是目数上应该是黑棋应该是不错，应该是，嗯，黑棋就看这个白棋的这个攻击能攻成什么一个效果，嗯，反正黑的确实有点薄，这棋对这个地方脚还是被刮，不有被刮的，嗯，就打一个他就挺难受的，嗯，打你要挡他提了还能加，对吧，嗯，你粘他就跳进去，这就这么打一个他也挺难受的，就是黑的这个目数上还是要被刮，嗯，那其实黑的应该还是不如他整条边原本的目数，当然他主要是破了白棋的一个角，这个但最主要一个问题是黑棋，等于是白的都是攻着黑棋，嗯，黑棋说实在黑棋在我看来他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这个逃过一劫，对，是逃本来是觉得黑棋那个已经不太好办了，嗯，现在是等于是形成了一个转换，嗯，是，嗯，是白的这一串还是比较成功的，因为牵着黑棋鼻子走吧，黑的没有什么选择机会。嗯，但是确实这种棋呢，白棋确实要小心点，就是有的时候下舒服是就是好像一直在攻着对方，或者一直在这个很厚实，然后棋形也很好，嗯，但是这个是肯定地上肯定是黑棋不错，嗯，所以这个有的时候你下的很舒服，但是这个下到最后还是下棋要还是要目多，你控，嗯，你最后实力不够，你还是不行啊，这棋，嗯，高兴的输了，时间跳出来，黑的飞也是渐渐的补一下这个，嗯，这个很有必要，嗯，然后这个也得跑了，就再不跑了快死了。哎，不对，再不跑肯定是，那白的肯定是，就那肯定要吃大了。你，嗯，你也不可能就你不走，你去挂也没有意义。这些他只有跑，跑，嗯。白，然后还是滚，嗯。好，白棋。接下来不等于是要跟黑棋打劫的意思，他等于先去造劫材啊，要用这个断是吧，对，哦，这是比较狠，对，突然好像但的确是非常精确，其实就是说明他这个飞也没完全补助，嗯，就是，只是好了一点，有帮助，对，有帮助，嗯，因为本来就这一段就已经出不了头，现在他等于能多冲了一下，对，就等于跟这个交换，嗯，那现在黑棋白棋先造劫，哇，这也是一个这个图也是够，嗯，吓人的，然后就断上来了，断上来了，竟然双方都没有退路的一个图，这时候看出他严厉气的厉害了，嗯，你要本来两气黑棋一手就吃回去了，现在三气就不严厉，对对，现在就等于已经成几气劫了，对对，嗯，对，看成这样，直接再去断，嗯，
这个确实黑的还是得硬，这条边太大了。对，反正白的现在黑的这一看也有本事，对，所以他这一下很重要。本来是这样打进就完了，这棋就没解了，嗯，对，没有本身解，这现在他冲到一下，嗯，确实出了很多劫财。嗯，当然就是黑棋找这个还是有可能损，一旦他损的足够多，白棋还是有可能就把这个角弃了，因为现在这个角，由于这本来已经死了，就没有刚刚那个那么大。作为黑棋，当然这几个字不能啊，对，这个黑棋牵扯太多了。所以说黑的呢，就是找本身劫，找就得算好这个劫财。嗯，好，对，这些都是算好。哎，这是就剩一枚劫了吗？还在这儿还有一枚。嗯。把这最后这个找完，不过这几个劫找的有点损，嗯，是够损的，因为本来以后是有可能受气，就是这些，这样等于就是本来你不至少这个前面不冲断，这个目数应该差不少，这感觉至少差个三四目，对，是，对，这几下是挺损的，白棋要下也是要心理心理准备。下个劫倒是黑的比较难受，不知道走哪个。嗯，他想劫太多是从这儿打，但是有损。太损了，应该是不过现在白的已经找不出劫财了啊。嗯。白的只能要是找，只能找这个地方劫。嗯。但是找这个劫，这个吃也很大，这可以看得见。嗯。感觉黑棋还是没有找。黑的是找的是飞是吧？飞的一个，但是真上，嗯，这样等于就是黑的下个劫都应该是万劫不应了。对，那这个时候白棋啊，黑的还有劫，黑的其实天还有劫，哦，黑的还有一个劫，还有一枚，那等于白棋要找出两枚劫，嗯。本来如果一枚的话，白的可以考虑找这个，对吧？可以考虑。但是我如果一枚把你打爆了，我就走这个。嗯。但是你这样的棋，它应该还有可以冲，可以冲，还有一个劫，这下白的是没劫了。嗯。所以说，白的实战那步棋就不太像找劫了，他那步就是。就是长了一个。嗯，对。这就是不太像找劫了，这。他等于可能他判断这样也还行吗？这个又出现一个转换，这个真搞不清。就等于这个就等于白棋这的目数放弃了这边二十目就算了，嗯，然后但它的好处就是把中间又走得更厚，然后还是吃了一点点这样。吃了它等于然后把这再分开，它等于，嗯，要张这个。对，嗯，但这个也是需要判断。这个可以说，不过谈到这个气势很足，嗯，气势还挺足的。嗯，还是冲的这个吧，应该是，嗯，冲补也挺好的，比棋在这要强很多。嗯，以后木可能也好。等于白冲倒了，本来皮嘛，这个以后有可能走。对，这才行。你再走，你也只能冲在这了，这直接就冲在这做脸。嗯。但是切回来，切回来，这样，这个确实可以看一下现在黑棋有多少目了。黑的现在目是不是涨了很多？涨了挺多，嗯，这个地方白的也是，对，就白的这个地方损了三四目，肯定有。第一感上是觉得这个地方白棋似乎不像是便宜的样子，嗯，因为这个地方你不能说都是白棋的吧？这个白的黑的肯定到时候还要同意，要也不同意啊，这。这如果不是白棋的话，那别的地方黑的白的损的挺多的，这损的。嗯。黑棋这边是多少目？这边，如果简单看，这算，嗯，这个要是算上黑的，不过这应该算不到黑的。嗯。这块。假如这是点一目吧，哦，点一目，嗯，是啊，这十二目，嗯，这四十六十八二十二二四二六二十八二十九，嗯，二十八二十九的样子，对，嗯，二十，然后这边二十九，这边应该看成这样吧，吃成这样，嗯，是吧，啊？只能吃这个，嗯。
女也十，嗯，差不多，这应该能走的，这个你也不走，你不走他不是死了，他是粘回去，这手棋粘回去太大了，你还得收气，嗯，太大基本上面这样是这边应该是能收回去，嗯，是吧？八母十十一十七，这边是十八十九，这应该是白的提过去了，二十，嗯，二十，然后这应该，这应该怎么说？这个地方我感觉至少黑的应该有两目棋，嗯，那就是多少？二十二是吧？嗯，二十二，然后二十九，五十一，五十一加上这个。这个倒是，这个是不知道能点几吗？这个确实不知道点几。以后收大概，嗯，这应该怎么说？是你吃吗？应该是吃吧，大概是。嗯。嗯，应该是大概是吃。我黑棋硬来了，黑棋。就是有一点点有点小疑问，不知道怎么应，但是肯定不应该接，这是肯定的，啊，接是不能接，但是这一个是这个，一个是这个，大概这两点，看尖吧，尖大概比较简单一点，嗯，你挡嘛，反正是他在家是吧？挡白棋是不是也可保留？如果是这样，现在嗯不吃这个不会吃这个，吃那个不挡，这现在吃这个。白的就是一个是保留这个跳他大概正常算他这么活了，是你再试一试。哦。还有一个就是他，那个是过后手嘛，这个是先手，这样。嗯。这样应该是劫，应该是白的有利，这样，嗯，这样应该是黑的能活，是吧？这几个应该是活行吧，不在这儿。哦，这个还有先手，应该应该是活的，那有可能是应该是挡。虎的话就是这样，虎的话就是吃成这样。啊，以后跳应该是要跳的，跳如果大家正常算粘，嗯，它应该是粘，它是不是能爬？爬一下。不过你就这个真没爬，好像有点厉害。嗯。只能走这个，只能挡回去。那我再记，因为我这都先手。我那个太这个大概还是走这个，嗯，走这个比较好。这样大概是看成这样。嗯。五六目棋，五六目，嗯，五六目。嗯，那差不多全盘。二十。不到六十。不到六十吧。五十七八目。五十七八目。五十七八目，然后白棋是这地方一二三四五六目，应该是有差不多六目，十六目十七目，这稍微折半能解释。十七目这地方，这地方至少应该有三目，至少有三目，三目有可能二十目，有了，这个地方哦，五六目。五六目应该不至于吧，啊，对那就算先算这么看是六目七八九，嗯，但这样有点慢，那就算这里头的一二三四五六，嗯，六目七，嗯，刚才这是二十、嗯，二十六七目的样子，嗯，那边就是五十六十七，你说这边围，要能围到三十就不错了，围三十目就盘面差不多，哎，对，然后围对围三十目，围三十目，哎呀，看上去白的还可以，这么看，嗯，是因为这一排再加上这个，好像三十目应该是黑的还得跑嘛，然后就轮到白棋下了，那应该是白棋还可以，嗯，那可能白的这一圈就等于把局势倒减零了，说明这个谈笑这个还确实大局好吧，这出现几个转换之后，经过我们这个比较。简单的判断之后，觉得白棋还是不错的。嗯，那说明这个谭笑对这个局势的把控能力还是非常不错。啊，对。先说到那谭笑是不是像您的师弟？哎，对对对，谭笑是我和谭笑都是聂老的学生徒弟，嗯，然后谭笑应该算是至少在男这个男徒弟里头应该算关门弟子了。嗯，我觉得聂老应该以后。不太会收这个男徒弟了，啊，应该他是关门弟子，而且年纪也是最小的。从这个我从这盘棋看出来，谭笑大概
这个对聂老这个这个学习是最好的，这把握这个大局的能力非常好。这个，嗯，如果这盘棋他要赢下来，那绝对是一盘名局。嗯。因为基本上到处都在转换。哎，对，但你看它转换，但是它这个这个形式确实都是在它的感觉上是在它的那个掌控当中。嗯，黑棋，不管怎么说，黑棋好像都是被白棋逼迫的。嗯，那个在这个转换，对，不是他自己主动去转换。有选择性的，他等于是被迫的一个转换。对，这个白的至少下得很舒服，随心所欲的看一个黑棋。这这种棋聂老爷最喜欢下黑棋。嗯，但就得小心，这种棋下不好就是目不乱。这个这个陈耀烨肯定不会答应那边全是白棋的。对，而且陈耀烨本身也是比较擅长先捞足了再。哎，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应该后面还是会很精彩。陈耀烨这个也是他比较地道，是地道战是吧？那怎么擅长地道战？天，还是打开。就是白棋就是比较升维这块了。对，他倒也不，他只要能按，我们刚才判断，他只要围到三十目他就不错了。对，就是在黑棋不长目的情况下，三十目。那看上去如果还该黑还该白棋下，好像围三十目不是很困难。对，当然黑棋这走走有可能会增加一些，这可能也能长个十目，但这这边还剩一条边，所以还是因为他那三十目还有这地方摆的，不管怎么说还是有一些潜力可以看出来。嗯，就这个棋。这应该是白棋不错，嗯，从这个感觉上是白的不错，嗯，三长，嗯，黑棋这块是终于回家了，嗯，那白棋是战斗，小飞，小飞，小飞这也是属于比较狠的下法，是他可以选择更。我要是你要像我这种脾气好一点的，我有可能会选择大一些。这时候如果他只抛脚，应该不太怕。这个这这要吃了就厉害了。嗯嗯，这个就是如果这地方应该是黑的白的主主力的地方。总之呢，就是属于不给别人活路了，这肯定要起了。这个这个黑的肯定不能不能全是全姓白啊，这个。嗯，脾气再好的肯定也要起。对对。对，这个这是够狠，狠是够狠的，这棋。他是这没交，嗯，啊，哦，没没有走这几天，这个是刚刚点目的时候呗。感觉上白棋是不是可以考虑下的更缓和一些？嗯，这样比较照顾边。对，如果我要是我会选择这个这个，甚至我有可能会再多一点。我是比较这个胆子比较小，这个他这个胆子，他这个。确实够生猛的，这个是很狠，就是让你进来洗，嗯，的意思就是我也不怕你洗我。对，这个棋至少是看上去很生猛啊。嗯，那，啊，黑的当然也是没办法，这肯定得洗，这不能被你这样围上。白棋断，这地方，嗯，黑的贴上。他是你啊，现在没走着，嗯，对，他这个当时冲在这儿确实厉害。对，如果不能冲在这儿，这个就差很多了。嗯，如果白棋都能渡到的话，那你挡的时候我就可以直接贴回，嗯，吃死，嗯。但现在我等于白棋是走不到这一下，白的应该这时候能走到，但是这一下肯定走不到。对，这一下走不到以后，那白的应该就不会满意，直接吃回去就被渡过了。那就那就坏了，那就马上就逆转了。这形势，这如果被这么搂过去，那就完了。嗯，所以白棋要败了。反正作为黑棋肯定是得洗进去，这个毫无疑问。嗯，哦，黑棋或者吃的这个是吧，哦，对，这个时候白棋为什么不长呢？长应该就是杀棋了吧，长长是接住吗？黑的接住，嗯，这应该是去接，哎，哦，这样不行，这中间气好像怪怪物可以粘上是吧，嗯，但白的能不能引有引气的吗？对，这个他应该还能点这个，嗯，你大概也只能走，你走这儿，你做这个，那我做一下，啊，做一下，那就是打劫，那就还是打劫，嗯，是吧，这样，嗯，这样你这个是吧，就打这个，就打这个劫，嗯，你气我可以粘一下，啊，嗯，
他预期好像有跳。对，站在那冲突。嗯。但是还是我们这节你这儿应该有节了，哦、对的，现在是这地方有节了，所以这个地方实在没有选择这个，不能长，不能长就等于被他提了一下。嗯。被提了一下，提了一下，应该黑的还能接受。嗯，但实际上是长的话，本身杀棋不见得是啥的作用，我觉得。对，他可能不知道他是担心打劫还是。应该是担心打劫，黑的这有劫财，这、嗯、这地方有劫财，所以他只作为白的只能吃，只能吃这个。我总是觉得这个本如果能离别人近一点的话，在战斗上会更有帮助一点。嗯。只能说也许了，嗯、这局还是要看攻成什么样子。嗯，反正黑棋能在这里头，在白的势力范围里头能提个子儿，还是从心情上还是挺舒服的。这因为提完以后，眼型就会更丰富一点，嗯、更有弹性。对啊，本来刚才看嘛，就简单，就这么三个子儿，不然你能还能提白的一个的，那肯定是还是心情上还是很满意啊。嗯，那来去度一下。嗯。然后提掉。现在当然黑棋还是这个，还是比较处理。嗯。不管怎么说，黑的没活这一局。嗯。这白的好像渡到一下以后，就基本上就黑的对这块的借用不是很多了。嗯。黑的应该是还是白棋保持攻势，应该这么说。嗯、白棋确实保持攻势。嗯。哦，是在这儿说。哦，不好意思，我刚刚摆这个。没，刚才是在这儿。啊、哦，他是使出了毁局这一局。啊、哦，对，我就看到这个直播突然怎么手速全没了。哦，那好很多，那在这儿比在这儿强，在这儿比在这儿强。因为黑的这后了以后能够偏一路还是。嗯，而且你在这儿你又没断，那你这离他这个太近了。嗯。这个以后点起来也舒服，这个黑点。嗯，这一点也很舒服。是，不过这个棋谱的确实在关键时刻，这个差一路有点差不多。这个看错了，嗯、是这差价差的，对，这差太多了。嗯，真是。当然，作为黑棋还是得接下来处理这块。嗯、那白棋这搁在这儿，那好挺多的。嗯，作为白棋还是不满意。压迫大一些，对，再去大跳。白棋这个下的很直接，就直接考断。嗯，这确实，这个确实很生猛的。嗯，但感觉上如果不过现在白棋老师应该不止得了三十五，因为黑的显然上面是有长一些。嗯。黑棋要搬的话，他应该会连搬。搬对，搬肯定应该是要连。嗯，这样哈，黑的反而动就动不了了。嗯，没劲儿、嗯，使不上劲儿。使不上劲儿，不能搬嘛，对的。对，那他是这样就怎么先？这边怎么？先跳是吧？跳一下是。他等于你要是要分段了，他就不搬这个，就顺着搬。啊、嗯，那你留着搬这儿得了，他呀。嗯。而且这个白的等于分段是纯单关，白的要跟着下的话，对，也不是很愿意走。可以不愿意走。嗯，但实际上白棋等于双方在这个地方又形成了一个，又形成一个转换。嗯，那当初黑的为什么不肯就是先交换掉这些呢？就他先交换应该是能交换着，我觉得。嗯。他大概又不太肯。啊。但毕竟因为白棋都活了嘛，那如果说我能跟你交换几手，对我智估应该是有一些帮助。嗯，其实白的是什么？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也没必要。就是这时候怎么？啊，就您这哪怕这么飞，这个大嘛，这个提东西，好像走，这他就怕打了虎什么的。打虎我就。就帮我打个虎是吧？打虎，哦、嗯，他有点先打劫，他就有点那个什么。打虎，大可能粘了。嗯，那他可能还能怎么？
我只要能定到这儿，你到提前就会怎么样？嗯，那我能不能先问你，你要会冲我？嗯，这种不知道他是不是担心这边可能会有人冲你在坐火脚上。嗯，又要转换了。嗯，他是就是他这也是啊，那他就是先提了一次。嗯。这样他本来就不给你下面的眼，但是上面肯定是人还提前动。不过其实啊，你说的，我觉得你说的先跳一个还是有点道理。先跳一下，就是跳一下，对，跳一下再不走，嗯、对，这个然后再走那个，这个你如果你要不挡啊，你再走你肯定走不成。对，但后来等于我还是割了你一个子儿，我效率上还是可以满意的。白棋走这个确实还是有点心理负担，这毕竟是个单关。是。就是作为，不过黑棋走也算个单关，白棋走也是个单关，所以谁走呢，谁都有点心理负担。嗯，而且作为黑棋薄的一方，能在这个白棋跟着你一起走的话，总是便宜的，因为白棋都特别厚。是，有可能在这样。他走完之后，以后你我再顶你不走，那我就便宜很多。嗯，所以先走下来有可能是个好时机。嗯，当然实在也不黑的可能比较有自信，他不想先。或者保留别的变化也有可能，他实在是，当然实在就自然的形成了一个腿，又转换了，双方各自也算是走到自己想走的东西。嗯，加的非常细部非常鲁双方。嗯，这是拐，这贴，我接下来这个拐是挺大的。这个肯定得出嘛，这个黑的至少得先出一下。嗯，黑的没有，现在就先靠上面，没事，把这个连上。他没有去单纯的接回来，嗯、是吧？对，他就是这样，这个地方是选手点，但是之后白的这个粘就变选手了。哦。就你冲，我就粘在这儿，你还在补。但你本来在这儿，他也是选手，跟这没关系。一样的。本来也是选手，跟这没关系了。流程，然后是走的这个是吧？对，还是留硬，白的确实下的，白的下的很稳，但黑的涨了不少，对，涨了不少。嗯、而黑的现在能抢到这一冲，白的应该会粘吧？要粘，这不粘皮死了。嗯，然后黑的不，对，白的在飞。好，下来这样可以点目了。这不能点目，这个没进去。还得进去吗？哎、嗯，但中间它是好像它的这一串仍然没有和干净。嗯，就是它这儿不能硬的特别强硬。对，不是这个局现在不是似乎你不能冲断的话，已经要有事了。如果你只是爬一个，它这一冲的话就挡住了。对，冲完一段，哎，对，应该是冲完一段就完了。冲一段。这个等于你吃这儿不行，它这个头是软的，这样你这冲不过，它这断先手、嗯。你吃这个，你只能靠这个吃，吃着但是它是带响。啊、哦。所以你已经似乎你不能冲这个，你就已经要不对劲了。冲我如果也冲。嗯。就总之好像白棋有一点小气吧。对呀、啊。哦。这样是如果走这个。我断。断。你断我吃这个是吧？我吃这个、嗯，就是你现在吃，我粘这个。对，那我能不能立点？立你有可能上面虎是先手。对，立我等于我这个断应该是能断着的，断应该是。白棋可能就是得。这样他就撑，他好像似乎是撑住了。啊、嗯。等于你断这个，他也是吃这个。嗯，就那我在那，就是白的把这关子上。他黑的应该是能找一个时机断一下、嗯、啊，先断一下。啊、嗯，就反正断掉。就你冲这个，我断一下、嗯、翻，应该是你就往，你就走不着了。是。那如果撑住的话，白的今天没收获呀。但味道确实味道对。这个是不是？但嗯，白棋有没有可能这种什么手段？有是肯定的，但是他就是他主要看中间这个。这个地方有点复杂。嗯。就这么下。对，但白棋实在就贴，那如果断了虎度有什么好的办法？他这是靠。啊，他这个估计可能。他这个。现在是不是都快读秒？应该读秒了吗？读秒有什么？上午是9:30开始下，然后下到12:00，两个半小时。嗯，然后再封盘1点开始，
两个白线。但你主要得要看他们两个人用时均匀啊，你要有个人用的很少，肯定有个人用掉了。嗯，如果要很均匀就不一定了。嗯。我觉得要读秒的话，陈耀烨读秒的可能性偏大一些。那个柴岩笑我是知道，他下得非常快，那是 也非常有名的快枪手，可能应该就没见过他读秒吧，我。啊。这个估计可能偶尔读一次。以前跟我这个同辈棋手里头有一个罗启德是非常下得非常快，那也是很基本上就没读过秒的。但这个檀笑好像跟罗启德比起来，他是只会比他更快，不会比他更快。嗯，所以这个檀笑是读秒的可能性确实不大。要是读起秒来，肯定是陈耀烨，我觉得。嗯，啊，确实，这个下得快也有好处，也有。对，这给对手压力很大，嗯、对。对，一直压迫着对方。当然，就下得快容易出随手棋，这也是弊端。嗯，这个地方应该说现在是到了这盘棋的胜负的关键处了。这个棋就是，如果就按我们刚才的判断，如果这个地方黑棋没有什么所得的话，这棋应该就白棋可以了。白棋加这个加这个应该是三十目，应该能输出来，对吧？嗯。但是黑棋呢，就是这个地方是就是如果被黑棋都成出目的话，那黑的这块也是增加了十好几倍了。那就白的也未必赢了。嗯，那样可能白的还有点危险，因为这围的如果再扣掉这十几目，那黑棋就有可能把那个贴目给贴出来。对，但现在就是已经战成这样了，这个时候不知道白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就黑的如果断呢？应该是你可以颠倒吧。对，那你吃我这一般，你有什么好的下法？这个而且对，这个你一旦被他一打，这个棋形好像这个摆成这样，这样是有棋的在里面，对，马上吃这就马上就吃。这个白是气还是挤的？嗯，还说白的有没有什么这种关挤的收的手段？是的，啊，已经断了，确实。他现在这样不知道白气，但白气应该贴的时候肯定也看到，看见，对，看这个肯定是的。对，那就是看白气接下来后续手段有没有什么。翻过，他。应该不会只是这种简单的收什么关吧？收关那他这一下亏了。那个这个收关不太行。嗯，收关他这可能要亏。我这是挡一下，这是正面挡是什么？哦、是，但是要他肯定是要搞出东西的。嗯。你如果接他扳红，这个就断了。这是味道，确实饿。嗯。对，或者白棋可以考虑空断，交换这。空断也应该可以。对，空断也可以，嗯，这要是挡着，哎，挡了吗？没挡啊，没挡。看着习惯性看着真的是。挡的话，如果你正常呢，你应该是虎呢，这样我就不断了，就不是翻了。那这个显然出奇了。对。那黑棋有没有？黑的有没有可能立啊？立这一段。立这立这。哎，立到吃这个。立这个是吧？立这个，算这个，你吃这个是吧？嗯。这好像这白的气不够吧？嗯，这下不去。嗯。这能吗？这啊，不过你这哎这能打，哎这你打不着。你现在打什么？打我冲回来了。嗯，哦对，你这不行，嗯对，现在这个打不着，那我如果先打的气又不太一样，这个。就是你这手打是吧？你这手打。对，你这手打其实又有一个判断了，就是白棋如果就把你冲死怎么样，也就收获应该还是白棋大的。嗯，今天还挺复杂。有点复杂，这棋就是，哦，这棋不是这个棋啊，还有一个更要的，这棋，嗯，哦，这更确实要看这个打有点关系，他这个断。嗯，我比如说，这是我虎一个啊，假如看虎一个，你如果走这个，我先不太断，你说，就说我不让你打着这一下，嗯，
那我现在断。我现在，对，我断这个，好像。这个好像已经出去了，你打这个好像。我一粘，我可以。你可以吃这个。嗯。你吃，哎，这个好像不行。这我已经连回家了。对。那你这。哦，那就是他吃这个不行，你只能吃这个。对，那就跟这个没关系。就这样的时候，这吃了一打也是有趣的。哦，那也就是我断的时候，你不，哎，你不能吃，那这一断怎么办？只能吃这个，只能吃。啊，只能吃这个。那就是这个问题，我就哦，那倒没关系啊，那你吃这也行，他吃不了这个，就可以。你现在再打回去、哦、是吧？哦，那这个很严厉啊，这个打了打。啊，重新来。啊、哦，这好像他就受不了了，那他是不是有可能不能？这个好像是这个你是肯定吃不着。对。我那这个你应该活不了。对啊。嗯。那就是计算，这也是命运性。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嗯，就是我断的时候，你等于交换不到这些。你吃不着这一段，对吧？我断，你如果吃。然后你这段呢，也只能吃到这儿，你不能吃到这儿。嗯。那好像这个白的手段还是挺严厉的。白的确实挺严厉的。我们可以看一下，确实是吃不到这个，吃把这冲的这题，这是半只眼。这个，嗯，然后是好像好，你跑了，我还是活了，我活了是肯定活了，你跑你就在吃、嗯，这样也是活起来，对，活，我就吃了也就活起来、嗯，对吧？这我在吃，主要是看这个活是怎么活的，你了解吗？对，但是就是看黑棋能不能活，黑棋下面是没有眼，没有眼，这个应该啊，这倒是就无所谓，就这地方好像。嗯，不，这对方必须没有眼。如果有眼的话，黑的这粘是不是已经活？哎，不对，这我还得粘呢。粘是肯定能粘的，这是肯定能粘的。嗯，那我走到这儿是不是已经活了？就是这地方也，这地方有一只眼是吧？这方还是要活。你先就粘这个是吧？嗯。就是那地方确实不能粘，就是你粘这儿就行了。粘这儿，它要破这个眼，你就比破这个眼。这地方肯定是有一只后手眼。嗯。哎，那是什么呀？那我这点着了，我这不是，嗯，这个行动，如果我要能点着的话，那好像是活的呀。那如果这样的话，把这个不见得断得到这一下，应该是断不了这一下。那还是有的东西，就是那白的能不能把这冲掉？这地方，但这就生出一挖。你现在应该已经冲不着了，我这个断到这儿，应该冲不着了。哦、我你冲，你先。那我可以不断嘛？这样你吃也不是绝心。但我主要是冲到以后，我这就欠一发，我冲到，哎，我不见得，然后如果能，不是你冲到倒是欠这一冲，对，反正就是白痴好像还是冲也不敢乱冲，冲完了他一反冲，本来是你反冲，你得只能骑在这儿杀了，但是你没杀之前一冲就很白痴，好像想吃还是有点难，有点复杂，有点复杂。就是最后发现没吃到黑的，那这亏太多了，这个木不能接受。不，现在这白的已经应该不太能回头了，这时候这一下，这要是不能吃这一下，怎么很多？嗯，这个多呢，还有一个就是，嗯，这棋啊，就没那没得选。哎、啊不，还有一个就虎在这儿，虎在这儿，虎在这儿就这样，他这边会。哎，不过你不是他刚活了，然后你再吃掉这两个，有可能还可以。对，好像也是一个转换，就是说白棋总而言之是绝对不能被黑棋全都围上，他一定要吃棋。就是刚才那样吃完你活了，然后我再颠下来是吧？把你这吃了，啊、你只要别太死了。对，好像也不对等，对，我等于就让你活嘛，我也不吃你，等于你花小棋我再转，而且那我这样的话，这个走在这儿好一点。在这儿好挺多，对，而且跟倒下去是一样没区别。那我在这儿，你等于吃，我还吃的不是很大。嗯，不，你要能冲下去，你肯定在这儿好。嗯，但是现在不是、嗯、那个图不见得。他恐怕还是在计算。对，他在就是他看那个，如果那样，他也觉得可以。虽然吃了，就得看他吃这个最后转换了。那个呢，就是肯定不如是这样。对。但是呢，你在这儿呢，他有可能就让你下去了，这也是一个问题。嗯，但好像还是这个差得多，这个现在黑的吃在这儿，这还棋都不是先手，对，棋不是先手，但如果刚刚那个图黑的等于可以先手拱掉白棋这么多，嗯，
当然还是要看他计算结果以后来做自己的抉择。但刚才白的要黑的火也挺难受的，这得慢一下，然后这就要红一眼，白的再下去。嗯，那我觉得倒不见得怕，有可能是这个对手、哦、有可能是第一个。而且也看他判断，如果他算清了这些虎就这样下来，他目够了，那这样这个图会简明一些，就不会再牵扯到万一白棋黑棋有可能怎么能冲一下，这白的气势还是挺紧的气、嗯、是这个地方还是、嗯、是一个关键点。对对，那看上去白棋可能还是时间有啊，他是有可能，他确实有可能虎走这个，他有可能狠一点，是不是他单断比较更狠、嗯、他单断哦，哎，单断我如果吃呢，你吃他再吃这个，他这样他刚才那个他这要补一手，他现在就不用补了，我、嗯、我已经一手补进了，那我就是啊、吃这个啊、哦、是，那我冲过来，那就等于我也好，我比刚才放在这儿好，这我刚才这还得拖一下、哦、就我等于这手棋放在这儿，我放在这儿总好的。嗯，我以后因为你做活的卖掉这一下我就退了，对，我退，你应该对，你要卖掉这一下，对，而且就算你不卖掉你不能打这一下，你一旦活了我退，我不要那个，反正对，你不卖你也就长也一样，是的。那这样白棋这段收获太大了、嗯、就虎的话他恐怕就不能搬，虎他大概只能立、嗯、应该那白的这个木还是这个也有，就是如果也有，对对对，你在这儿呢，那他立你肯定在这儿好，这样你总是松了一口气，对，你现在立他哦，对，你不应该打他，之前这个气太紧了，这有错，应该要，应该是要搬家完再加，反正这个账，他这确实还是便宜不少。那这个木还是收的很舒服，能搬，这就可以搬上来了。嗯，啊，这就有点麻，他在这儿就便宜好，这大概能差两三步棋是有的。嗯。但走这儿呢，他就在小心他那个就行了。这样好像白棋可以虎一个好一点，应该比被你打我两下好一点。嗯，有道理，有道理，确实是。嗯，反正白棋如果这样的话，这一串也是偏弱。我先那你按你说的，那我先啊，你先搬我一下。搬这个。嗯，确实。先搬这个。好，白的，白的有没有可能反击啊？我很想反击。就这先手。哦，那不太好活。对，中间这还是真，这方还是挺复杂的，要算的东西很多。能扳倒。嗯，那扳倒就等于还是那个图。对，我这样就目数差挺多的。嗯，这一下差好几。这跟这个差好多了，这个节目。嗯。所以白棋估计还没有纠结好。但你走这个，他确实会扳这个。你走这个，他应该。走这个他应该是要搬这个，嗯，这个地方还是挺妙的，对，要看他抉择，这样呢你不能断这个了，断这个我也吃我这代奖了，你只能断这个，断这个呢他也只能断这个，吃这个，嗯，他吃这个，一个是吃这个，一个是吃这个，嗯，看他选择，这样你断一下也亏了，你本来这个刚才如果在这儿你是可以单断，他连缩的都没办法缩，是他这样呢他还能缩一下，这样你在这儿呢他能缩在这儿，你打一下，对，这样他当然有可能走这个了，走这个，然后你冲这个。嗯，但是一跑，白棋还是很疼，这中间先手就吃掉了好多目。这个，这目还是差的有点多。看来这也不会有什么用是吧？就是气紧是吗？这个我跑一个，然后哎，哦，没有，没有，这我。哎，我跑这个，我跑这个，有没有妙手？哦，就我自己，我现在跑我也跟不上。对，你先走这个，我就。对，这个是白的应该不太行。因为我这个打是绝仙嘛，这个打应该算我的绝仙了。嗯。这个棋好像有点复杂。嗯。如果打成这样，然后这样你就只能。我现在主要气太紧了，我猴你可以吃这个。啊，不对，你。猴我就吃那个，你也不先吃。是，反正就您要用这一下。对对对，那你。那你我应该不行，对，我不行，用这个就是，哎，那就出事儿了。哎，我，这不是这个，哎，实在这个下法不能吧？这白痴，白痴，这个下法，这个木木是这样收好是吗？都打了猴一下。嗯，不太行。那白的这个木收的是什么意思？那还不如虎吧，嗯，肯定是不如虎。
啊，不过这局确实是可以冲了，可以冲你。对，这个图腾不行。可以冲坏了这局。嗯。他不是跑那一局那个。但是为什么不虎呢？这不知道。虎一个应该是不能翻。虎大只能立了，虎一个作为飞棋应该是只有立了。那那个木会比这个差吗？知道。这是一个什么状况？哦，吃这个挺妙的，这吃这是有跑。嗯。但是不知道他为啥不虎。虎。就是下去跟这上面好像差了几个。这地方确实很。有点复杂，需要计算力这个时候。这个不过也可以看出这个陈耀烨这个计算力确实很好，他这个一个是时机很好，他先靠一下这个，然后包括这个我觉得他这个应该是都看见了，他已经看见这个虎石是绝仙，所以那边他都不用想太多，他只要能确定这个虎石是先手就行了，这个等于这个时候反正这是先手，你这边随便你动嘛。嗯，就不知道白棋为什么不虎一个，因为感觉还是冲下去了吧。不过可以冲下去，要被搬一下，这还是挺痛苦的。被收回去。对，那也确实虎这个他那地方也。他们这个计算确实还是。对，而且好像还是有点区别，就是以后这白棋脱退，这本来是个挺大的官司。但是如果说你都立完了，这个就没。可能也看他选择这个目。是有什么？对，但是这个拖也挺大的，确实挺大的。但是，就是，还是觉得白的。要是不是，如果他只是立，那你肯定还是虎着用。是、啊。就是你这样，你哪怕他立，你冲，走，这个你是不是点也能，点也能点得起？你要真是他那个，你就这么说点也来，我点他管这个是吧？有点复杂。那我现在做这个，我先做这个就行。时机确实不好掌握时间。走这个，他再搬这个，但是确实双方都那我如果靠这个，给我看呗。这道具都有。他应该没有时间搬了，对吧？这都是命令性，这应该是。我现在靠这个，那还得好点，现在我的菜吗？那不中啊，那我宁可是花一点啊。那就做了呗。就是我宁可花这一份。那黑的也相比比被你那样，他后手。那你再兼这个是吧？其实这边好像走一个挺大。这边应该是白棋全领，白棋应该是有时间走，白的应该是有时间吃掉，这应该是白的。这是什么呀？现在是，如果下成这样，这应该能打掉。这样是，刚才是怎么现在重新死木了是吧？六十，十十一十七，十二十。十。如果全走到上是五三十亩，三十亩强一点，三十五六十一二亩，可以粗粗的算也是一下六十一二亩。当然这个地方不知道咱能走到，三十六十一二亩，那白棋还可以。六八十，二十，白棋把这个挡住，还可以。这样好，白的赢了。这样，白棋有可能要白的赢了。对，而且如果按我们刚才那个，要是能收着。对，而且这个下面。实际上就我们先摆成实际上立的时候黑的是补角上的，那这地方
这是。哦，那应该是死棋。对呀，啊，那这就差了二十。哦，这还有这等一下，还有一个二十目。那这力是对这边折线呢？我们可以先把上面，我先把上面摆成那样，是这样的。但如果这欠个二十目呢，还摆在这儿是可以选择一个干净的先手手管，然后再把这个收了，可能配齐也不够。但主要是这一立的时候不能用了，是吧？那应该是他有这个气力吧。就假设如果收一气。应该是他在简单跳的时候就不行。嗯，那这都算你在先手。嗯，都是这样。嗯，这样是杀在哪？这个。但我力是，我只有这些手位的，怎么筛？确实，这个啥，不太会杀。就只要加不到这一下。嗯，那不是这么杀的，那也简单就吃。那吃我如果今天就杀不掉。先我这样，什么比如说就在这儿。嗯，头晕。那点掉，走在这边好像这样上，我能走在这儿吧，是吧？啊。这样你只要，嗯，靠这个就靠这边。靠这边。我这打。靠完你再接这个是吧？嗯，我火了。哎呀，拖了打后面打接。哦，这没火，对，全算接。确实是没火。确实很妙。看看你走成这样。嗯，对，现在你一接我一拖，这是个打接。嗯。拖这个。对，这是打接。团尾拖。团一拖。也是打接。死了。对。也是点吃的，也没用。嗯。哦，来吃点。那打吃的时候有没有别的办法挡住，行不行？这地方如果能撑住，还是想撑住。打住。起了家是吧？应该这下立不着，嗯，是吧？立我是不是？立我要点这个是吧？铺了。那但是，我如果就不对，这我就跟我如果铺你一下这一间怎么吃？这吃不了。对，这吃不了，这怎么吃？那你立找一下我怎么吃呢？我不太清楚这个地方，还是他觉得这个墓比这个大。不应该吧，这个还是大，这手气。这样，嗯，还有什么东西啊？对，就先点，你是挡这个是吧？嗯。所以你就还是刚才那个，完了再一挡就行。嗯，这其实，有点复杂，应该，我觉得他应该是计算，应该是，不过我觉得推的有点危险啊，嗯，从这个棋的感觉上是有危险，嗯，但具体怎么走还这个我这个确实不太有点复杂。这个吃是几个下？就是摆在这间的吃吗？嗯。然后这间再对它挤一下。嗯。黑的两目，白的十目。刚才白黑的少了九目几吧？黑的少了九目几，嗯，白的是少了十目不到，也是九目。你如果这算一目的话，就是这只算一目的话，就是九目，应该十八目是吧？嗯。十八目。就各十，也就是十八目。嗯，那。那还是大十八目棋。嗯，那看来现在白棋实战的进程就是把他的先手收官都走完，应该是要走这个。这
这个确实需要需要这个有一个良好的一个计算。嗯，怎么一个发言论。哎，白翠翠说啊，上面这个我觉得有点晕下去，现在去把他的关注都走掉。再等一他要把这个走掉吗？这个大，这个确实大。白干嘛这么找亮这手机？对，他有那个偷摸摸。这个让我想起，这有可能是白的图表了。白的先那个图表先走这个，但是说在我是出身不能相信是谈笑图表，谈笑不太容易图表。这个按理说是不应该这么着急亮这一手机。嗯，实际上就是收。哎，但是这个地方显然这不是十六亩吗？应该是。对啊，那这个是18亩。但你肯定白的要走肯定走不了，你们意思你本来吃着它不是这么吃，它是煎着吃了才对。对，我主要比较好奇就是疑问的是这个时候它是不是胖，这个我好像没看懂。这白的挡这是什么意思？挡他为什么不把这个呢？这不是差2亩吗？对，这确实是，这有点奇怪。这是一个问题。白菜的两亩地，确实是有点奇怪。对，这个应该是9亩、17亩、17亩。哦，那也差不多了。17亩，差2亩，你说吧，是差2亩。不知道，差2亩还是差挺多的。这问题是主要是白棋先挡到什么便宜了吗？是，如果他不怕黑的这边有棋的话。对，你说这个看着有点像白棋读秒的时候，对，你说有点像白棋。这确实是，这是什么意思？还有一种就是肯定赢了，那怎么下都，那是就是说那个后啊，但是差2亩，我觉得作为棋手来讲还是不愿意差这2亩，对，不愿意，这2亩肯定差不起啊。对，你说的是对，就是不知道他为什么。对，我这个好像不。这不止19亩，这黑的走白的收不回了。对啊，我的天，我就说我一直是写他为什么挡了一个。那他这收的是什么意思啊？主要是白棋等于不是明显在亏。对，找这个时候就没有棋啊。不是，而且就是如果这种棋如果是白的，如果不准备吃，那肯定他就吃了他的利益，就别走，保留，应该是不走。因为他不走的话，黑棋如果补这个，他就扳着手；然后如果补这边，他就可以爬这边。所以他这个利益完全不走，就挺奇怪的。这个手顺好像不太对劲。这个现在黑棋这个至少20亩，这20亩还是超纲了，收不回去呀、啊。对，你现在是收不回去了。对啊，这个关子是怎么回事？这个属于一个莫名的状况，这感觉是。嗯。对，我觉得很奇怪。先看他这个石，这个网上是这么摆的。对，也不知道是次石上有问题还是。对，然后把这挤死。白的是完全没必要挡那个，是先这个，对吧？是这个意思。因为黑的还是有必要，黑的不走，白的是不是可以吃在这儿？对，怎么还有区别？那就是白的这一挡怎么会去挡？这个不知道，这个自己有点糊涂。对，如果是真的这么下的话，觉得有机会的话，也可以问问他当时是怎么想的。是，因为确实有点不太好理解。应该说从这个利然后再到这样收，有点奇怪。但是现在形势怎么样？我们先跟上时间。这边管子挺大。还没冲。没冲。刚刚我看他已经冲。啊、哦，他先起了，这都是补全。这样的，这粘还是挺大的，应该会粘。如果打劫打不过的话，还是粘的啊、打劫没意义啊，对，他就粘上了，他要粘，估计会粘。那现在可以点目。粘应该是活手了。对，但是下一手这铺还是挺大的。哎，我下一手应该怎么收？应该先跑几个。对，应该跑完了铺一个吧。对，跑完铺一个，铺我只能
第一个、哦、那还是挺大的。这个 K 线这个点，这样哦，哎，那黑棋怎么说个这个？他没有粘这个，那白棋能提一下还是挺？提不着，应该是。哦，是，但是下一手，六目。提不着也大。六目不止，还六目还不止，这边拆。提不着。那这个也大。估摸他肯定要提了。嗯，没关系，就是、没关了已经。就是没什么太大关系，这两个也差不多。那就摆成这样点目哈。大概是要粘住，直感是要粘住。对，这个还大，跟这还差不多。简单摆一摆，粘住、然后算它把这尖了吧。嗯、哦，这黑的可以。这应该无所谓。那个、那就是应该算它吃一个提子。这样就比较简单了。这样。摆在这地方能不能先拐？拐它就吃。那就这个还是。白的应该是算白的拐。啊，一样，反正差不多。不一样，你怎么把它给扫？那把它拐掉吧，没变。这样，嗯、这基本就可以数黑的一目棋嘛。嗯。这确实差好多，这就等于刚就是至少19目。嗯。这么算就至少19目。白人肯定是比这上面大，所以还有点，但形势好像可以点一下黑棋现在。现在都定型了。嗯。先一块一块数吧。嗯，这块是。这提了，老白就提过一个，扣一个，扣一个。扣一个。七目，十二、十四、十六，13、20、22。26应该是吧？这要算一目。嗯。8目10、12、18、19、19+7、26。啊，不是。这是八目九目嘛，十目十二十八十九二十六，二七二十八，二九三十到三四三十六三十七，这目差不多，差一半目，三十七啊，这得算，这个基本上得算，这38，中间是，差不多跟他们这个各种，这是应该算一目棋嘛，这算一目，一目。多少？39，39，39，39，40，50，60，啊，这是啊，62，64，66，670，72，77，76，以后是不是还得补一个？哦，那就是76，我没点那个。黑棋76，那白棋，这个，哎，黑的提过一个，黑的提过一个，白的扣一目，扣一目，两目，九目，假如算这儿3目5目，5目这15，16，这是不是有半目？如果算这，没有，没再补个19、20、22，啊，这大爷这啊20、22，这有个半目，这大爷有个半目，22、22目半，这应该有一个吧？现在20、22、23，24、28、29、31、32、33目，33目，数下那块多大？43。啊，53、52、53、55、56、58、60、70、71吧。71，那白的赢了吧？白的要赢。71，刚才是。76。这块数40。嗯。50、52、54、55、65。66、68。68、76，你看76，76，那白的赢，那看来。那就是刚才我说的，但他白棋总赢了，白棋。但是总赢了，感觉也这两目差的上五目的话，好像说都紧一点，还有点。但是如果说是三目，就应该说比较放心的一个状态。不过他这后面这个计算确实不难了，当时确实不难。是。啊，这样 ，OK， 应该是白棋要赢了，现在。41，61，62，63，34，33，再加上5目，
十五、十六、十三、十啊。三十三四。不对啊，咱你刚才几白多少？白的不是赢多了吗？咱这不是其实、啊、这块四十一目是吧？啊，你这块四十啊，我刚刚看见十、二十二、二十二、六、二八、三十、三二、三四、三六、三八、四，哎，对，这有四十一啊。刚才这那这是刚才算三十三。啊。哦，他缺四，那就赢了。哦，哎，我刚刚怎么也没加完了以后，对。大概有最多给白的再扣一下，白的、嗯、刚才我是这给他数了一目，这应该算半目、嗯，但是白的这应该有个一目半。但如果说现在只有盘一的话，总收不回来。那估计白的当时觉得收不回来。那就是。这说明盘上判断还是确实比较准，比较好。嗯，是。嗯，这棋。那确实是赢多了。啊啊！而且他下的已经很简单了。是走清楚的。走的确实很简单。对，唯一的就是这个绿的时候，黑的就真的只能，还是说这个本身是。这地方我相信他肯定是算清了、嗯。这种地方他不会。因为这个绿真的。这种地方是他的这个是应该是强项，这是不会算错这种地方。嗯，只是他有没有比较低时间力，就是他这个这一块还稍微就觉得奇怪，立完了就收那个不收这个。嗯，那这样的话，就总的来讲，白的这盘棋还是发挥的还可以，比较清楚下来。嗯，那是二十。再点点黑的哈，那个水晶。二十九、二十六、三十八。三十九确实是三十九，然后到这四十嘛，五十六十六二六四六六六百七十三十九，对，七十六没有问题。那就是盘二，盘面两目、嗯、盘面两目该黑棋下啊，但没不该黑棋，该黑棋下是白的哦，对对对对，嗯，那就是大概能收成盘面三目的样子。嗯，盘面三目呢，其实尤其现在大贴目的状况下，现在盘面三目这个作为这个他们来说已经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差距。嗯，确实。嗯，哦，刚刚有网友说看出来我这波数错了，我56完了54。啊、哦、说了两遍。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怎么点错的。确实不差这两步了。所以刚才他这也不差这两步了。这个确实也是差了两步其实、嗯。确实不差这两步了。嗯、你就算再错两步也行了。确实是，这个我觉得他应该是判断确实很准确的，他肯定知道赢了、嗯、而且赢了很多，他就是下的比较随意了有点。嗯，这个目数这对他来说肯定很简单，数的就是这个哪个大，但肯定是没问题，就是他这时候已经是想着下一盘的事儿了。不是想着这盘棋的事儿。有网友问中间这一挖白的，嗯，挖的不行，不成立啊。就白的就吃了粘上，你算我打吃，你这个是要掉，所以这一挖是不成立的。但是挖一个倒是有可能，官子上是有可能是个好手。啊、对，这白自己。这个地方他有可能你要靠这虎，这个地方你本来这要算板，现在没这板了。嗯。但反正挖是吃不掉的。嗯，吃不掉。嗯，所以。那基本上到这样的话，胜负就不会再有什么出入。不会，这个下到这儿就肯定没出入了。这个怎么，就像这个再亏两目也没事，也真的是。嗯。现在等于是正常，应该是要赢四目半嘛。嗯。四目半，你亏两目都没事，你再亏四目都没事。对，就是按照我们的进程，白的把这一收，黑的拐吃，白的就弃，这样已经没有。什么大关子，基本上就都是两目两三目。嗯，应该说这盘棋弹跳下的非常好、哦、他这个棋就是在他的那种掌控当中、哦、所以这种棋下的很舒服啊，这个棋、嗯、他本身行棋他就很舒服、嗯、然后最后又赢了，而且赢了他下的非常简明啊，这棋。嗯，所以这盘棋弹跳应该是充分发挥出水平了、啊、我觉得是。所以这个陈耀烨想又拿天元又拿名人是有一定难度的。嗯，对，说下来也挺好玩的，好像前面两届这个天元嘛、嗯、那个挑战者决定战
这个坛上名人都进了，但是他都输了，对，就等于连续两年是差一点就可以去挑战他，结果今年反而被陈耀烨率先来了，应该说是对谭笑来说比较可惜，嗯，而且前两年谭笑我觉得成绩还更感觉更好一些，嗯，而且谭笑那时候势头挺猛的，嗯，如果要是那前像你说的那两届天元挑战赛，如果要他要是能夺下来，他有可能就把天元给夺过来了，嗯，反正如果要是又拿到名人又能拿到天元，如果这两个头衔现在在国内来说不算最大的，就是奖金不算最高，嗯，但是应该说是最有传统，嗯，而且是怎么说很对有意义的，很有意义的，对专业选手来说，嗯，一个比赛，而且这两个比赛如果都能拿下来的话，在我你想就是同时又获得名人又获得天元，一个是好像马老师，马老师，嗯，还有古力，对，有，好像还有刘老师吧？啊，刘老师在这个最开始的那一届，就比较早的时候了。嗯，所以这个很不容易。如果要是又拿到名人，又能拿到天元，这两个比赛都获得的话，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件事。嗯。而且如果要都拿下来，因为这个比赛还是一个挑战者赛啊，嗯，别的比赛都是要重新下来。对，你的冠军最多是个种子，嗯，可以从后面开始下，但是总是要接着下。对，所以说这个比赛如果要是能拿到冠军的话，其实是很好的，应该是拿了，不是拿一届，是拿了一届半，至少要这么算。对，到明年的时候，等于你是以逸待劳，别人在激烈的角逐出一个挑战者，你只需要在那等待着他就可以了。是是。嗯。这个棋肯定是不行了，这一局黑棋，嗯。但是只能说现在下就是他们两个都是在调整心，这个调整心情嘛，应该。对，当然作为坛笑来讲是心情愉悦，赢得很高兴。这盘棋坛笑确实下得好，他这个。你看他这个把控这个局势的这个感觉非常不错。对，而且这盘局还是出现了挺多转换的。哎，对。对，包括从这儿到后来这个地方，以及最后。以及就到这个地方，他其实他处理的都很简单。我们还在看这个怎么出棋啊，或者怎么样，他都没有，他就是这个棋不是说我对他了解的，不是他看不见，是他这个棋他就已经就我赢了就不再跟你去。对，我就已经他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我就不再跟你做过多的纠缠了。是，嗯，这个但这一反映出他这个判断也非常准啊，因为一般的棋手你就是肯定他没那么好的判断，有的时候。嗯，对。这盘棋应该是谭笑发挥相当不错，应该说是。嗯。现在基本上双方就是在打最后的这些说完这个，哎，他先说的这个，这是三目，这冲是冲不着的，是三是个三目，这个冲是三目棋，冲不着。对，白棋冲一下以后尖在这儿，嗯，尖这也是对的，对，如果不尖呢，他这个棋他现在打是先手了，打是先手，这个你不走他一尖。现在你只能挡，你不能挤，嗯，啊！这手棋呢，现在也这不是一目棋了，这是两目棋，嗯，这肯定是两目多。对，因为他以后就不用补棋了。对，应该是两目半的样子。嗯。所以说他们下的官子下的挺好。是的。嗯，现在是没什么。嗯，这个嘛，这个应该挺大的，应该是这是，嗯，这个是，这也是应该有两目多，嗯，不过怎么现在再填，也就是填一个半目棋，几分之一目棋，我觉得这是。不会别说便宜两目棋，连一目棋都便宜不到，嗯，就都差几分之一了，大概。嗯，这期大概能收到，最多最多能收到盘面四目，是，嗯，一般大概三目的样子。对，不过可能优势的时候，白棋有些地方可以挑的厚的下，所以最多但肯定看不出胜负了已经。嗯，嗯，现在就是收官了。嗯。
就是聂老师前段时间不是在住院吗？对。那他现在这个身体怎么样？这个群里都很关心他。这个应该恢复的，应该。嗯。我们也去作为学生嘛，然后也去那个去看过老师，当时精神状态也很好。啊。这个反正精神聂老还是一样的豪爽吧。应该我觉得应该没问题。嗯，我们大家都希望他早点康复，以后能够继续出现在我们。对，一个是康复肯定是必须的，然后最好以后还能继续下棋吧。嗯，是的。嗯，聂老还是很喜欢下棋的。对。这个双方是要收完吗？这应该下这肯定是要收完了。这个他既然对，他就把最后一个大的收再去打一下。这个是点那个这个是这这个挺大，这还要被打回去。这主要是前面这个挡大，挡了之后它这个就变大了。嗯，不，这肯定是不影响胜负的。嗯，对，但是就胜负。对，它这等于把这一面确保住。对，这个半目变成一面，这个也挺大的。嗯，这个还没走啊，这个您今年是就没有下围甲了吗？哦，对对对，我今年没有下围甲。那个，您是就是觉得，现在是年轻棋手厉害，没有，年轻，现在是年轻人的天下。这个棋肯定是那个谁赢了，肯定是白棋赢了，只是三目还是四目的问题。刚才我们数是两目，然后黑棋先下，那最收的最好也就收成四目了。是，就反正不影响胜负了已经。他们应该是休息一天之后再下这个。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一般正常是这样。对，有一天休息。也还是谈一下先拔得头筹应该是。这个现在陈小姐想的还挺巧。这其实还做了一个连环节。这下的还挺巧。差半目。对，肯定是比这个要比站在这儿强一些。嗯，如果站在这儿的话，这应该属已有三分之一目吧。对对对，他们就是我打了，打着了，白打着了，前一个三分之一目，就是下的非常小，这样等于应该是看成站了，就等于他有可能性。这棋是肯定是没戏了。这种棋倒是，要是很细腻的话，应该铺一下。我也不用，啊，我也没用。不是那种什么点啊，还有点差点。我估计可能作为白棋，想着赶紧说完得了，不会再去扣着他打这个蛋。这样是应该下完了。没什么关了。把这个是立了是吧？立了，那白棋就打。一点没听，应该没听。就也不跟你纠缠。我把这个走了是吧？最后一个。黑的还是下的挺好。这冲掉了，这有一个逆手逆一，没摸了已经。行，白的也没提劫，白的就
来了等于也没打就对让他了，等于是这样，等于对，可以看成这样，就都粘完了，都粘完了，就不用了，已经没木了，就没木了，这是。对，现在等结果应该是三亩或者四亩，感觉应该是四亩，这局后面好像便宜了一点，感觉应该像是四亩的样子，这局最后一个被陈耀业手指了，应该是像四亩的样子，16 27 28 93 33 34 41，你再点一下，是其实倒是涨了一点点，79会得涨，会得涨79，就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都涨了一点，还是5 16 18 19 20 21 22 23，怎么数了怎么数，其实我数的73呢，79对73就数错了吧，看看我这个目数的那块现在是40对吧，40 45 56 56 57 59 60 62 64 66 68 69 71 72 73 73，哟，那我谈六了，那我怎么数？那我数的还是有问题。不过跟我们刚刚点的这个地方黑的，这是涨了一目，27，然后这地方29 30 31，本来是点到这一点，这地方也差了。42没错。42 43，刚才数的那是40。妈呀，是我，那刚才我们数的还是有些问题。不是，本来我们刚刚这地方是不是可能点多了？它这地方我们本来是点到都点上，还是要放了半亩。它现在等于冲，它得接在这儿。对黑棋目是没有影响，但是白棋稍微差一点。白在这拱了半天，拱出一个一目棋，好像这白在这拱的有点。白的是不是觉得把中间补干净了？我主要本来确实是他点完这地方黑的也就是一目左右，他等于拱了半天，一共差两只，黑的把这个收了，把顶收了。好像白棋后面这个官子确实是，你胜负是不影响，但是收的有一点点的。我确实是怎么下都赢了，六目那是赢了一目半，赢了一目半。大概退也差不多，本来四目的话也就是退让了，又退让了一目及一至两目的样子。那也是要点清楚别人会退，其实再怎么退也输是不可能输的。确实他这个地方你说的有道理，他这个地方是不应该莫名其妙差了，这好像还差挺多，差挺多，这不止差两目，这个他等于还挡了，本来这挡完这个气还不对，这本来这个地方目都不一样，对，这关键还被打回去了，本来是没有这个，你如果这都走住了，这地方最起码，对，你如果这都是你的话，其实是黑的，黑的这至少这场也 hold 不着啊，那你打完这场，我如果管是你这地方是没有目，对，就等于差了加上这两目。还有这个，反正肯定是不止两目棋，这两块棋差。应该是那至少大两目，应该大两只，应该大三目了，应该是不止大两目，差点。所以白的这个地方还是不能理解，因为就算你赢得多，你也不能那个。但如果这棋再细一点的话，那这手棋就太有问题了。这棋如果要输半亩，那真是哭出来了。这棋，这棋如果白棋输了半亩，那真是这棋没法下了。他可能从这个开始的官子收的就很明了。下的确实太，现在应该是已经下完了吧？虽然结果还没出来，但是应该我们算是最后赢了一目半，应该是吧？一目半。这个就看谁最后收完，谁是最后一步棋，谁是收了最后一个单关就知道了。应该是黑的收最后一个单关，那就对了。黑的对对已经对。黑的收最后一个就对了。因为黑的收完是双数六目，那就是六目。
那就是最后黑棋赢了，白棋赢了1/5，也是四分之三，四分之一，白的赢是四分之一。哦，其实是1/5，不是1/5。嗯，中国规则是赢了四分之一。嗯。这样，确实不太清楚这个。啊，一出来了，结果白1/5胜，白1/5。啊，这盘棋是白棋。应该说还是谭笑下的非常好，这局白棋始终掌握着掌控着局面吧。嗯，应该说虽然最后结果看上去赢了不多，但是其实是白棋下的有点过于稳健，应该是应该是能赢得更多一些。嗯，但是谭笑下的应该不过也说明他判断很准，判断确实很准。嗯，感觉上还是想狠一点，就这种尤其是这种感觉没什么太大风险的地方。退让还是有不太肯善的。那今天也是感谢周老师来这里为大家做解说，也谢谢亲戚朋友们的收看。在晚上的时候有晚上8点的时候有我要挑战你，欢迎大家到时收看。嗯，谢谢，那今天就到这儿。嗯，谢谢大家，大家再见。